如果你有九个貌美如花的师姐怎么办？那还用问，当然是通通拿下。此刻醒来的我正被几位美女放在中央，眼见我睁开双眼都围了上来，口中喃喃喊着大家快看小叔醒了，而他们口中的小叔正是本人。今日乃是剑仙宗九大弟子成婚之日，却遭遇了血魔老祖突袭，剑仙宗宗主和九位弟子全部战死，整个嫡系只剩下了一位独苗。就在即将团灭之时，我意外的伴随着惊雷穿越而来，竟把血魔老祖给劈了，而我就这么穿越成了剑仙宗最后的弟子叶璇。随后醒来的我却被姐姐们告知了一个坏消息，自己虽然劈死了血魔老祖，但是由于雷电威力太过巨大，直接将我的灵根也给劈没了。好在九位姐姐都是心善之人，是要护我这辈子周全。就这样，我在剑仙宗穿越的第一天就得到了九碗极品软饭。然而他们并不知道的是，穿越之人必有金手指，只需要打卡十年，我便生根有望。日复一日，剑宗门人见我无法修炼，却又占据宗门顶级资源，各种恶意流言都纷纷四起，而我也默默地忍受着一切。不过就在今日，十年打卡期已满，我成功地激活了神级选择系统。但是第一个随机任务来的，我就想骂人。抱住南宫照可以奖励灵根一枚，反之什么都不做的话，本系统将会永久关闭。本来我还很抗拒这个任务，不过随着大姐的出现，大姐好美，系统真香，这个任务我接了。比起没灵根的禽兽不如，我宁可做个有根的禽兽。于是我心生一计，一把推开了大姐，表示宗门弟子说得很对，自己就是个没根的废物，只会拖累姐姐们。随后便纵身一跃跳下了剑宗悬崖。果不其然，大姐看见我欲寻死路，整个人焦急万分，也跟着跳下，随后将我整个人紧紧地抱在怀中。傻子，我们相依为命，大姐不许你死。此时系统声果然响起，恭喜宿主初步完成神级选择，奖励费灵根一枚，该灵根会随着宿主抱住南宫照的时间持续进化升级。于是乎我只能又开启了自己的表演，果然能量条也开始飞速的上涨。而在弟子们的眼中，掌门师姐竟和废人抱在一起，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外门长老宇文吉更是怒不可遏，自己追求南宫照那么久都不见搭理，如今却和废人搂搂抱抱，这是活生生的在打自己的脸啊。而空中的南宫照毫不知情，只觉得自己的丹田越来越烫，浑身上下都难过的要死。而我也得到了系统的提示，奖励灵根进化成传说中的天道灵根玄阳龙根，可吸收天地灵气，并且速度是其他灵根的万倍。刹那之间天地变色，无数灵气蜂拥而至，大姐感觉身上滚烫滚烫，一只凤凰的幻象竖立半空。小叔快回去，我要突破了。我意外获得了天道灵根，只要与玄阴之体同修便能奖励万年修为。而更恐怖的是，这样体质的师姐我居然拥有九个。在山顶助大姐突破元婴巅峰之后，门下弟子都是议论纷纷，毕竟玄凤灵根万不存一，剑宗也只有掌门南空照拥有。外门长老宇文及其的茶壶都摔裂在地，玄凤灵根本就逆天，这回再次突破，整个外门都不是他的对手。自己如果想要占据剑宗，必须趁其根基未稳先行下手。而此刻的叶璇心中洋洋得意，自己总算又做回了男人，一出马便让大姐成功突破，要是让其他姐姐们知道了，还不得将我生吞活剥。不过就在此时，一声真是井底之蛙传入了耳中，叶璇大惊失色，周围明明没有人影，到底是谁在说话？随即少年眼前便出现了一个精灵妹子，出来就直言晦气，新宿主竟然是个老色批。原来妹子乃是神级选择系统的管理者灵儿，此次出现是为了确定叶璇是否要绑定系统而来。而随着灵儿的介绍，叶璇也知道了神级系统自古便有传承，没人知道其来历，只知道他经历了无数宿主，有的人成为了至高无上的开国先帝，有的人成了白昼飞升的大罗金仙，更有人变成了沙川仙界的无双战神。但是他们最终都做错了选择，生死报销。正所谓神级选择，一念生，一念死，一步天堂，亦或一步地狱。也不知道就你小子这两下子，敢不敢绑定系统啊？叶璇两世为人碌碌无为，这一世更是遭受无根之痛。现有这么好的机会摆在眼前，自己一定要变得比所有人更强，绑定，终身无悔。精灵妹子眼见叶璇说得如此坚定，脸上终于露出了满意之色，在叮嘱了不能泄露系统之后，便消失在了眼前。而在查看系统之时，叶璇意外发现玄阳龙根虽然修炼速度远超其他灵根，但是却只能与玄阴灵根同修，否则便有爆体而亡的风险。看到这里，无耻少年嘿嘿一笑，我的九位师姐貌似都是这种属性，那以后岂不是？随后叶璇为了验证如今自身的修为，几个纵跃间便飞到了天空之上，望着脚下的山河，叶璇肆意狂笑，原来这就是拥有灵力的感觉，真是畅快。此时远处传来一道亮丽的声音，小叔在干嘛呢？老远就听见你笑了。来人正是仙剑宗二长老黄月荣，脚下飞剑一个加速便来到了少年面前，表示自己老远就听见叶璇笑声，今日乃是宗门发放灵丹之日，于是自己刚好过来带着少年一起前去。而在宗门大殿之外，众弟子都在议论纷纷，毕竟南空照乃是剑宗掌门，今日与叶璇在空中搂搂抱抱可是无数人瞧见，所以各种版本的流言四起。不过眼见二长老带着叶璇前来，议论之声也都停了下来，只有宇文霸还在那边嚣张跋扈，表示叶璇连灵根都没有，还给他灵丹干嘛？这就是白白浪费资源。要知道宇文霸乃是宇文吉长子，自己以前凭着姐姐们空想内门弟子名额，这厮可没有少羞辱自己。二姐闻言直接恼怒了起来，小叔因为救自己等人才导致失去灵根，但怎么说辈分也是宇文霸师叔，他竟敢如此出言不逊，随即便让人带着宇文霸去找执法长老。宇文霸虽被内门弟子拖走，嘴上却毫无口德，直接骂起了叶璇乃是缩头乌龟，只知道躲在女人群下，有种就和自己单挑。叶璇闻言直接怒了，撸起袖子就准备开干。此时系统任务又出现在了眼前，与开始不同的是任务
居然有两个。任务一是硬刚语文霸，能获得稀有仙品宝物一件，反之则当缩头乌龟，将长出一个龟壳且无法摘除。任务二则是看到黄月荣母兄，奖励大力丸一枚，反之好兄弟将缩小一半。我去，狗系统恶意满满啊，长出龟壳，缩小好兄弟。还有任务二什么鬼啊，大爷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肚兜呢。一念生，一念死，一念成神，亦或一念地狱。叶璇看着系统发出的任务愣在原地，虽然这两个任务看上去都很难，不过貌似有什么隐秘的关联。果然这个系统好变态，我好喜欢啊。随即叶璇便让二姐别插手自己的事情，他今日势必要让宇文霸跪地喊爹，随后便转身看向宇文霸，表示他说自己感应不到灵石。那么二人分别在剑宗任意地方藏匿一灵石，只要谁先找到对方灵石，那么就任凭对方处置。见到叶璇轻易就中了自己的激将之法，宇文霸也是得意的笑了起来。二姐担忧的看着自己的小叔，当众定下如此的赌约，万一输了，就算姐姐们也不好偏袒。谁料叶璇却拉过二姐走到一边，狗狗碎碎的不知道说了些什么，羞得黄月荣一阵面红耳赤，不过却马上跳出了随机任务二已完成的提示。随着鼻尖两抹鲜红的流出，叶璇大手一挥，宇文孙子藏好了没有？藏好的话就别浪费时间了。广场之上两人对峙了许久，宇文霸哪怕灵力全开也搜寻不到叶璇灵石一分一毫，反观叶璇却是笑意盈盈，一个闪身便拉出了宇文霸的小吞内裤，果不其然灵石便藏在其中。被当场抓包的宇文霸恼羞成怒，大喝叶璇肯定是作弊了，一定是二长老帮了。而且不光二长老，今日你和掌门搂搂抱抱大家都看见了。听闻此言，黄月荣也是怒了，这小子竟敢不敬掌门散布谣言，当即便要让弟子押送宇文霸前去执法堂，不过却被阴沉着脸的叶璇阻止了下来。宇文霸还以为叶璇怕了，又出言嘲讽其乃是小白脸，今日自己要替广大外门弟子将叶璇逐出剑仙宗。不过还未等他说完，便迎来了叶璇的一记老拳。被当众羞辱的宇文霸恼羞成怒，顾不得边上弟子的阻拦，跳起身来便要和叶璇拼命。不过叶璇也是立刻就吞下了大力丸，一个侧移便躲开了对方的攻击，随后一招如来神掌大力丸板便狠狠击打在宇文霸下巴之上。打完一拳之后还不忘装杯的哈了口气，一外门弟子上前轻轻的探视宇文霸，竟发觉其早已没了气息。叶璇因沉着脸转头看向众人，剑仙宗门规，不敬掌门者死。没想到八师姐乃是青丘女帝，由于刚一出生便携带了罕见的妙毒，只有找到伴雷而生的男子双修才可解毒。本以为剑宗师兄惊雷战死沙场，自己已经无药可救，谁料叶璇却在最后时刻伴随着惊雷穿越而来，所以八师姐才将所有的希望压在了少年的身上。由于今日叶璇超额完成了系统任务，所以奖励上古断体仙品祖龙皇，但是自己却不知小此乃何物，正在发愣之际便被一双小手挥醒，正是刚刚帮自己藏匿灵石的二姐黄月荣。少年还想帮助二姐将灵石取出，却被黄月荣伸手欲做打人之状给吓得连连道歉。此时二姐缓缓叹气，说到当年血魔老祖来袭，剑仙宗上下几乎全部战死才护住了宗门，可就在十天之前，护山大阵被一股强大修为轰击，几位师姐估计是血魔老祖回来复仇，剑仙宗恐怕又要迎来恶战。既然叶璇能够修炼了，那么自己打算提前开放幻境试炼，到时候你也……话音未落，黄月荣便被一双大手拉入了怀中。二姐不必担心，十年前我能重创他，要是那老王八还敢再来，我定杀之。黄月荣依偎着少年的胸膛，你小子真的长大了，变成一个知道保护女人的男子汉了。就在两人还在你侬我侬的时候，忽然耳边传来了弟子的呼喊，二长老不好了。宇文吉长老说有要事找您，来到剑仙宗议事大厅，宇文吉老神在在，二师姐进门就开门见山说如英宇文霸的事那就不用他了，没想到宇文吉却笑脸相待，表示乃是自己教导无方才纵容出了这个孽徒，自己对二长老的处置无任何意，随即又表示五绝论剑在即，能否提前开启终南幻境让弟子们进去试炼。二师姐本就打算如此，于是便顺水推舟的答应了下来。叶璇在门口见宇文吉并未作妖，便思索着自己去干点正事，随后便召唤出了金灵灵询问祖龙皇骨有何用处，不过傲气的小妮子表示无可奉告，皇骨乃是仙家宝物，要不要吸收就看叶璇自己了。说到仙家宝物，叶璇便想到了八师姐，八姐来自仙界青丘狐族，不如让她帮忙长长眼吧。来到八姐小院，满树桃花让人心旷神怡，却唯独不见八姐的身影，不过满地的酒瓶随处可见，一不小心便踢倒了。叶璇弯腰便想扶起酒瓶，却不料空中伸来一只玉足，用指尖轻轻的将叶璇下颚抬起。叶璇看着眼前的一幕尴尬不已，只好故作镇定的轻轻按住小脚，八师姐酒大伤身，怎么又喝了这么多？八姐从树上缓缓跳下，当然是因为你啊，你灵根重生，八姐就有救了。一时高兴便喝多了一些。经过了片刻交谈，叶璇才得知八姐本是青丘女君，因剧毒才嫁给师兄，不过最后却被叶璇捡了个便宜。但是这个便宜也不是那么好捡的，必须在十年内修为提升到元婴方可双修，而且在此之前，老娘必须先验验货。为了得到祖龙皇骨的消息，叶璇只能来到八姐小院打探，却不料被想要双修的八姐压在了身下。一番压榨之后的八姐昏昏睡去，只留下一脸懵逼的叶璇。刚想离去，便听闻八姐说起了梦话，祖龙皇骨乃是仙界宝物，吸收之后可以重塑根骨。至此，少年也终是明白了皇骨用处。不过他却完全没有留意，醉酒的八姐还有半句话：不能贸然吸收，否则经脉尽毁。三天之后，终南幻境开启，广场之上人山人海，大堆外门弟子围绕着一人为首是瞻。男人正是宇文志，乃是宇文吉亲传弟子，此次前来身上法宝。
众多。一是凤羽文即命令针对叶璇，二也为了自己想夺得天阶级功法。此时他神色阴狠地看向内门弟子方向，看似无意的大声述说，表示自己必夺天阶功法，如果谁敢来抢自己定辣手无情。众内门弟子听闻敢怒不敢言，毕竟宇文及护短又不是一天两天，而且这个宇文之自己的实力也确实强横。不过就在此时，一声首座长老算个鸟传入了众人耳中，宇文之四下打量却没任何发现，叶璇却乘着二姐飞剑缓缓的降下，上来便比出友好手势，让宇文之莫要仗势欺人。宇文之哪里肯服，直接口吐芬芳要教训叶璇。下一秒，一只砂锅大的拳头便出现在了眼前，果然不愧是宇文家的，连挨打的姿势都一模一样。随后二姐也看似平等的打断了这场闹剧，开始宣布了幻境的规则。此次试炼不经打动，但点到为止，杀害同门者逐出师门，如遇到生命危险，捏碎传送玉简便可返回。待众人都明确表示规则以后，黄月荣也是大手一挥打开了结界，一方小天地显露在了众人眼前。看着缓缓进入的叶璇，身后的宇文志也是露出了阴冷的神色，自己的叔叔在进来之前便定下了计谋，这次定要叶璇和那群女人好看。毫不知情的叶璇刚刚进入幻境，便被随后而至的宇文志带人追上。叶璇本能的还想调侃对方几句，却发现宇文志等人的言语中尽显阴狠，分明是想将自己击杀在幻境之内。真没想到一进来就被包围了，自己一个断体的对上那么多炼器，还真是有点危险了。哪知宇文志人多势众，却也不动手，反而从身上拿出一个录音玉简。原来宇文吉知道不是大姐对手，竟想出用阴招败坏大姐名声，从而迫使大姐辞去掌门之位。你的至亲正面临舆论危机，一是跪下认怂，获得受气包外号机缘减一；二是教他做人，宰了宇文志等人，获得先天八卦镜一件，这还用得着选吗？我选二。叶璇意外穿越到了修仙世界，拥有了九个对自己无比疼爱的师姐，如今有人居然想要利用他来对付大姐。叶璇不动声色地勾了勾手指，表示想要听八卦的话只能一人前来。宇文志不疑有诈，毕竟实力悬殊摆在眼前，不料叶璇飞起便是一个大鹏展翅，趁其还在愣神，直接薅住头发便是一顿老拳，被揍得七荤八素的宇文志连忙让小弟帮忙，却被叶璇一个走泥给踢进了人群，随后趁众人手忙脚乱之际便笑嘻嘻地开溜了。宇文志恼羞成怒，命令手下不惜一切代价要将叶璇斩杀于此。望着身后蜂拥而至的小弟们，叶璇知道哪怕他资质再过逆天，估计也架不住那么多人群哦。不过他早已经想好了对应之策，终南幻境之中藏有各种功法，最关键的是每一本功法的禁制世界都只能允许一个人进入试炼。而就当叶璇找到小世界准备进入时，宇文志的身影也追了上来，眼见对方即将进入小世界了，宇文志急忙祭出自己的宝物鱼肠剑，欲将叶璇击杀在世界入口。而强大的法宝飞行速度确实也不是叶璇可比拟的，就在一个瞬间便被飞剑击穿了身体。不过叶璇也是忍着疼痛奋力一扑，终于在最后一刻进入了小世界之内，但是自己随身携带的传送玉简却跌落了下来。宇文志气急败坏，没有杀了叶璇不说，现在就连自己的鱼肠剑也被叶璇带走，还好他的传送玉简落在外面，自己等人只要守株待兔即可。小世界内一片荒漠，中了剑的叶璇趴在地上喘着大气，随后便忍着剧痛从身上拔出了宝剑。宇文志，今日你杀不死我，来日我必有厚报。还没等少年的豪言壮志说完，身后便出现了巨大的阴影，回头一看，居然是一只庞大无比的巨象，其头上还长着一对金色的龙角，而且防御程度之高，就连至宝鱼长剑连砍树下也破不了皮。无奈之下，叶璇只好呼唤出灵儿，施展了一个障眼法便溜之大吉了。躲在石壁后的叶璇翻看着灵儿所给的基础信息，忽然之间便想到了一个事情，禁制内时间流逝比外面要慢十倍，如果自己吸收了黄骨重塑根骨再加以修炼，估计要不了多久宇文志便不是自己的对手了。想到这里，叶璇直接便开始吸收黄骨，不过过了一会他便发现了不对，什么情况？为什么自己的筋骨疼得像是要断裂开来一样？没想到黄骨反噬的威力竟如此巨大，叶璇差一点就没能熬过去。不过最终凭着要变强的信念支撑，自己还是成功的吸收了黄骨，刹那间肉身强度直接升为中品。虽然修为不高，但是自己的肉身强度已经远超一般的炼器。趁着龙象群正在睡觉之际，叶璇来到山顶便想跳下偷袭，却不料被什么东西给缠住了腿脚。回头一看，竟发现是个小小萝莉，正捧着自己的小腿哼哧哼哧的乱啃。哪怕自己把它举高高了，也嘴上嚷嚷着自己要吃仙宝。叶璇只说了一句自己不是仙宝而已，这气的小萝莉嘟起了小脸，直接一顿龙爪手就给叶璇洗脸。重心不稳的两人随即掉落山崖，不偏不倚的正好落在了龙象身上。于是，一场无止境的追杀随即开始，直到叶璇逃入了一处狭小的缝隙之中。在灵儿的口中，叶璇得知了萝莉其实是终南幻境所孕育的精灵，但是寿命将近才会衰弱到孩童状态。因为看见叶璇吸收黄骨，才认为他身上有灵宝，而实际上他需求的仙宝是回春骨，一旦吃下便可以返老还童。而自己的系统商城里就有此物，只需30贡献点而已。只要叶璇给系统送人头或者其他有价值的物品，即可获得大量贡献点。听到这里，叶璇还以为如此简单，连忙询问灵儿30点贡献需要多少人头，却被告知估计杀光宇文志那帮人都还不够。闻言，叶璇亚麻呆住，不是说好的很容易获取吗？就为了这么个小馋猫去拼命，感觉不太值得呢。下一秒，招招便卖起了萌来，翘起嘴巴颤颤的喊了句哥哥。身为萝莉控的叶璇哪里受到了这般阵仗？靠，这也太卡哇伊了！30就30吧，为了拯救萝莉，劳资冲了。于是叶璇从身上放下招招，让他乖乖在这里等着自己。哥哥去杀完大象就带他去找仙宝。谁料小萝莉听闻此言，直接拍拍自己的肚子，还指了指自己的腹部，然后伸出舌头，露出了一副装死的样子，让叶璇瞬间明白十三
十三龙象的弱点就在腹部，随后的战斗便立刻简单了起来。随着自己麒麟臂的加持和招招指示的弱点位置，几只龙象纷纷都倒在了叶璇的剑下，而叶璇也成功的得到了十三龙象功。那么接下，宇文智那帮龟孙儿估计也等得不耐烦了吧？ 谁能想到，受命将近的幻境萝莉竟能返老还童，成了36地大凶少女。就在叶璇逃入了小世界之后，众人在宇文智的命令下死死地守住了出口，准备对他来一个瓮中捉鳖。但是随着时间一天天的推移，哪怕宇文智的威信再高，也渐渐快压制不住众人了。更何况他自己还得留出时间去找功法。但是叶璇这边也不能放任不管，不过他很快便想出了解决之法，准备让众人继续守株待兔，自己先去挑选合适的功法。但凡留守之人自己出去之后，便补偿一人一本玄阶功法。听闻只要留守便可白的玄阶功法，众人也都只能 同意了下来，毕竟不说反抗命令的后果，哪怕是自己出去都未必能找到更好的了。宇文智眼见众人都已同意，随即便迈开步伐先行一步。而就在他走后不久，叶璇便从小世界内钻了出来，只是一个降落的瞬间便击杀了两名下品弟子，系统也是立马提示贡献加4。还未等众人有所反应，叶璇立马又向玄字秘境冲去。众人见状纷纷上前想要追击阻拦，不过却有很多弟子由于修为不够被拦在了外面，里面的三人眼见叶璇就在前方，无数的攻击纷纷射来，叶璇各种辗转反侧躲开去。不过就在下一秒，少 少年的身体开始不停的缩小，最后竟变成了招招的模样，慌乱逃窜。而在外面的幻境之中，叶璇开始了对低阶弟子的杀戮，手起刀落之间，弟子便化成了贡献点，收入囊中。原来叶璇一开始就没打算以打多，才让招招变成自己的样子，把几名玄阶的弟子先引走，自己才能逐个击破。随后灵儿出现，将弟子尸体收走，说能用来辅助系统的升级。听得叶璇一愣一愣，确定这不是毁尸灭迹吗？ 而从玄阶世界出来的几名弟子，竟发现偌大的空地之上竟空无一人。还在愣神之际，便被叶璇纷纷重伤在地。死到临头的几人还想拿宗龟压制叶璇，却被叶璇直接便给斩杀。贡献点也暴涨至30点。获得了足够贡献的叶璇，随即便兑换了回春木，招招一见到便双眼冒出了金光，啊呜一口就吞了下去。整个人瞬间变化成了一团绿色球体，周身围绕着无数大道之音。随着光芒闪过，招招竟由萝莉变成了个大胸妹子。系统立马就发来了任务，让小招穿着制定制服，奖励祖龙皇骨一根；反之则做证人 君子将被永远困在幻境之中，这不是废话吗？为了祖龙皇骨，证人君子什么都去一边吧。这些妹子竟穿上了现代 JK 装，娇羞的样子和完美的身材，直看得叶璇老色批，灵魂升天。不过就在此时，一抹巨大的阴影死死地盖住了叶璇，还好招招手疾眼快，瞬间施展了幻腾绿术，将少年给拉离了原地。而在叶璇刚才所站立的地方，一尊青铜狮子矗立当场，不是躲得快就变成肉泥了。叶璇还想询问灵儿此乃何物，精灵却表示自己根本没有见过。天空中传来一道阴冷之声：“叶璇，你竟敢图我外门弟子！”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话虽如此，此时的宇文智却丝毫不敢大意。叶璇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居然短短半天时间便灭掉了数名炼气弟子，自己可别阴沟里翻船。想到这里，宇文智瞬间将手中青铜印砸出，化作小山一般飞向了二人。招招见状，连忙出言提醒叶璇，自己因为规定不能对试炼者出手，但自己可以拖住那青铜印。叶璇闻言也是明白，趁着招招施展秘术挡住铜印的瞬间，直接拔刀便向宇文智冲去。快如闪电的一刀让宇文智防不胜防，脸上竟被刀锋划出了一条浅浅的口子，恼羞成怒的宇文智 直拔剑便要斩了叶璇，不过在几番打斗之下，发现肉搏竟不是叶璇的对手，甚至还被对方抓住机会一脚从空中踢落。眼见叶璇举刀刺来，自己的性命危在旦夕，躺在地上的宇文智右手掐诀，声嘶力竭地喊出了一声“滚开”，不远处的青铜印瞬间便大震开了昭昭的树藤。眼见铜印便要掉落在自己的身上，昭昭也是绝望地闭上了双眼。不过随着青铜印的落下，昭昭竟发现身上毫无疼痛之感，睁开双眼才发现竟是叶璇用肉身替他挡住了一击。哥哥，你怎么那么傻？拿自己的肉身去挡青铜印呢？没事，你都叫我 哥哥，保护你不应该是我做的吗？闻言，昭昭瞬间泪崩，我只是个精灵啊，就算真的死了，幻境还是会再次孕育出新的，还未等昭昭说完，叶璇便洒脱一笑，就算是新的，那也不是你昭昭了。现在你小心一点，躲到我的身后。眼见宇文智不要命似的再次催动青铜印，叶璇也装模作样的强撑了起来。不过自己的身体确实好像不行了，只有身后的昭昭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双手轻轻的怀抱住了叶璇。那么这一次，就让昭昭来保护哥哥吧。 叶璇不敌宇文智身受重伤，在关键时刻被昭昭抱着掉落悬崖。宇文智看着无尽的深渊，连连冷笑。距离幻境关闭只剩一天了，自己只要守着悬崖不让叶璇上来，那么等幻境关闭，叶璇便是死路一条。而掉落悬崖的叶璇和昭昭却来到了一处大湖之前。灵儿见到大湖，眼睛都直了，惊呼：“此乃山水灵泉，乃是整个地脉中灵气汇聚之一。这臭小子还真是走了狗屎运呢。”叶璇闻言便明白其中的好处，只要自己吸收了灵泉，升级就会像是开了加速器似的。而系统此刻发来了随机任务：吸收灵泉获得醍醐灌顶仙
灵儿告诉叶璇，他还是高兴了早点。虽然灵泉乃是大机缘，但是却是对化神期修身而言。像叶璇这样的小小断体期，一旦贸然吸收，必定会被反噬爆体而亡。而此次的系统任务没有惩罚，所以不接受也没关系。叶璇哪里肯听，哪怕不为自己。为了几位姐姐自己也要拼了。想到这里，叶璇从空间戒指倒出无数灵药，不管什么都一股脑的倒入了嘴中，希望能减小自己爆体的概率。随后服下了丹药和灵泉的叶璇马上便开始了修炼。灵儿见他如此执意寻死，也就由他去了。果不其然，随着药力逐渐的渗透，叶璇全身开始疼痛欲裂，脸部的表情狰狞万分，从七窍之内不停地流出鲜血。下一刻，身上发出咔咔之声，俨然是全身的骨头在药力冲击之下开始断裂。边上的昭昭看在眼里，明白此乃是
可是会死的。昭昭丝毫没有理会，化身灵体的他轻轻吻上叶璇：“哥哥，小昭，你一定会保护你的。”此时的灵儿直接呆愣在了原地，完全没有想到幻境精灵竟然舍得舍弃自己的肉身，以自己的灵体作为媒介，将叶璇的静脉和整个幻境链接在了一起。那这样的话，叶璇的肉身程度估计都要直逼金丹期了。恢复了状态的叶璇看着自己的手，惊喜不已，没想到吸收进如此成功，自己的肉身现在坚硬无比，而且前面所受的伤都完好如初。哪里此时灵儿竟抛来一盆冷水，表示叶璇哪里来的魅力，竟能让幻境精灵舍身助他成功。闻言，叶璇呆愣在原地，一命换一命，自己真的值得小昭如此吗？不过随即灵儿又安慰起了叶璇，表示幸好小昭吃了回春谷，上留了一丝元神，恢复个百年就能回
的叶璇听闻消息，带着系统刚刚奖励的抢夺符，便准备找宇文智复仇。刚刚跳上悬崖之后，便看见了对方，上去就是一个爱的三连，外加一套降龙十八打滚，差点被打懵逼了的宇文智又准备故技重施，哪知早有准备的叶璇冷冷一笑，呵呵，终于舍得拿出来了呀！系统，给我使用抢夺符。刹那间，叶璇身上金光四射，一张硕大的赤令抢夺符出现在了身后。随着叶璇的大手一挥，数道金色锁链蜂拥而出，将宇文智的青铜印死死锁住，并飞快的拉回放入了叶璇的手中。宇文智根本不知发生了什么，自己的法宝怎么就变成别人家的了？叶璇毫不客气，拿着新法宝便来了一招泰山压底。不过挪开之后，却发现宇文智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了，看样子是逃到边上天阶禁制领域去了。禁制世界里的宇文智如死狗一般趴在地上喘气，叶璇那废物修为再是精进，也不可能进入这天阶，自己现在就捏碎传送玉捡出去，定要叔叔联合外门所有长老治他个屠杀同门之罪。不过下一秒，传送门便出现了异常的波动，叶璇竟笑意盈盈的举着青铜印走进来。宇文智见状，吓得连连后退，随即表示只要叶璇不杀自己，什么都可以答应于他。叶璇看着空中划过的青色蝴蝶，脸上的神色一阵恍惚之意，自己亲手养成的妹子都被你给毁了，你觉得我会饶了你吗？恭喜宿主成功斩杀炼气后期修士一名，贡献值加77，先天八卦镜半枚。而在剑仙宗传送阵门口，已经获得机缘的弟子们都纷纷走出，一外门长老询问宇文吉不知为何宇文智到现在还没出现。宇文吉看似随意的瞄了一眼边上的黄月容，装作若无其事，坦言宇文智灵根资质绝顶，想必是要得到天阶功法才肯出来，只不过老匹夫的心里也是没底，杀得区区叶璇竟如此耗费时间，不知道智儿是不是出事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传送门出现了莫名的波动，看样子试炼期限就要到了，幻境已经开始准备关闭。宇文吉连忙拉住黄月容，让其赶快停止幻境关闭。二师姐虽然担心叶璇的安危，却表示幻境时限已到，关闭的话无人能够终止。不过就在传送门关闭的最后一刻，忽然从中飞出了一道人影，稳稳地落在了广场中央。待看清来人正是叶璇之后，宇文吉露出了一副不可思议的神态，自己坐下数十弟子连同天赋异禀的宇文智全都没有回来，而幻境通道百年一开，他们绝无可能生还了。既然这样，我不能让他们白白送死，必须把这件事情做大。想到这里，宇文吉一口咬定叶璇屠杀弟子，在幻境之内残害同门，而其余外门长老也都纷纷附和，是要将叶璇缉拿，为坐下弟子们讨个公道。二师姐大扇一挥，口中冷冰冰地说道：“你们是要造反吗？”宇文吉此时哪里顾得上那么多，嘴中嚷嚷着：“屠杀同门乃是重罪，就算黄月荣也不能包庇，今日必须让叶璇伏法。”不过此时一道性感声音忽然从身后传出：“宇文长老，好大的威风啊！我在洞府都听到你的叫唤了，不过我才是执法长老，还轮不到你来惩罚弟子吗？”玄大仇得报回归宗门，却被宇文吉以残杀同门之由想将他缉拿。虽然三姐的出现暂缓了众人的怒火，
但是宇文吉明显就不想放过叶璇，怒斥宗门不公，难道是要逼着自己造反？东方西凤和黄月荣明知老贼是在借题发挥，却也无可奈何，毕竟自己的大姐还在闭关之中。于是内外门双方人马僵持在了广场中央，叶璇也知道如此下去不是办法，随即便装作轻松的叫起了宇文弟弟。老贼一听直接怒了，自己都多大岁数了，竟还有人叫自己弟弟，并且还是自己的心头大患。不过边上的外门长老确实表示，叶璇乃是前任掌门亲传，论辈分的话，我们确实是弟弟，前有神对手，后有猪队友，宇文吉此时想杀人的心都有了。叶璇顺势拍拍老贼肩膀，表示以二姐的强大修为，只要把幻境打开一条缝隙，然后你们用感应术探查一下不就完了。边上的外门长老闻言拿出遗物，表示自己有个宝贝，能破一切虚妄，透视万物。叶璇看见宝贝，发现和系统奖励的一样，随即明白了是八卦镜的另一半，便直言如果宇文吉众人查不到杀人证据，那么就要把宝镜给自己当做赔偿。同意之后，二姐也是发动怒火，将幻境强制的打开了一条小小的缝隙，长老随即便指挥宝物飞进幻境探查，不过无论咋样都没能发现外门弟子身影。宇文吉脸色大变，十几个大活人呐，怎么可能就会人间蒸发？叶璇不忘补刀，表示他们可能自不量力，死在了收取功法的禁制世界。外门长老见状，还想赖账不交出宝镜，却被三姐直接施展了秘法夺取。至此，一场幻境之争也告一段落。傍晚时分，泡在温泉里的叶璇看着合二为一的宝镜，研究了半天也不知道有啥用处，正想着拿去给二姐看看，却发现一边的泉水冒出了阵阵气泡。我去，三姐你怎么在这里啊？什么时候来的温泉？东方西凤笑意盈盈地抱住叶璇，你小子秘密好多呀，宇文志那些人是不是你杀的？叶璇还想进行辩解，三姐却直接不讲武德，一招猴子偷桃，便想知道少年到底有何乾坤。瞬间躲开的叶璇反手就是一记龙爪手，不料下一秒却完全抓在了空气之上，三姐的身形也出现在半空中，一记鞭腿狠狠踢出，叶璇直接硬挨了这一下，身体纹丝不动。东方西月大惊失色，没想到你刚刚重生灵根，肉身的强度就达到了洗髓境界，怪不得能杀掉宇文志众人。那么看样子，接下来的五绝论剑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听闻此言，叶璇满脸懵逼之色，等等，那不是筑基的事情吗？自己一个小小的断体参加是怎么回事？东边万剑蒙林万里，四海八荒第一逼王，西边天下剑庄众号，要被女子狂虐才能剑法精进，北边剑种更是群疯子，这么多年就都不知道路数，跟他们家的弟子火拼，自己一个死字都不知道咋写的。不过该来的总是要来，系统随即便发布了让叶璇无法抗拒的任务，直面五绝论剑的妖孽天才，夺得第200攻陷点或指定宝物一件，反之则获得临阵脱逃称号，丧失下一次选择权。为了200攻陷点，叶璇拼了老命也要去战。三姐满脸娇羞，你小子有志气啊，等你问鼎五绝，三姐给你双休机会哦。为了能早日与三姐合体双修，叶璇也是答应了参加五绝论剑。消息一出便震动了整个江湖，要知道别家出动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万剑朦胧且天阶五行灵根筑基七巅峰，剑及格梦剑飞，变异土金双灵根筑基七巅峰，天下剑庄水云起，极品水系灵根筑基七巅峰，哪怕是最弱的剑种小骨头也是筑基七中品。而叶璇这个断体下品自然引起了众人的关注，纷纷派出人马查询叶璇来历。然而我们的当事人叶璇却毫不在意，只想着在五绝论剑之前搞把趁手武器。来到火神山前，叶璇扯开喉咙便大喊了一声南郭夫人，不过四周静悄悄的，毫无半点反应。少年明白那傻子估计又在炼制什么物品了，没办法只好使用出了杀手锏。随即叶璇便走到一处岩浆边上，掏出一娃娃便要假意扔下去，果不其然一声大喝马上传入耳中，远处一道流光飞速奔向叶璇，哥哥你这个坏蛋，这么可爱的娃娃你也舍得丢下火山？叶璇连忙表示自己是没有办法才出此下策。少女斜眼望了叶璇一下，发现少年灵根居然恢复了，而肌肉也好像变得更强了，关键是左手好像有一种特别强悍的感觉，难不成就是传说中的单身麒麟臂？那么就让我们来打一架吧。叶璇无语，自己咋就忘了六姐这人就是个暴力狂，但凡遇见个修为尚可的都要干上一架，急忙双手摆出投降之势，表示今天有正事要谈。闻言暴力萝莉也是停下手来，叶璇大喘口气，说出了自己要去参加五绝论剑，不过想请六姐帮忙把手头上的镜子融合一下。六姐惊讶的看着少年，你居然代表剑仙宗参加五绝？在得到了叶璇肯定的回答后，少女居然直接暴怒，就你小子去参加五绝，那我剑仙宗不是在主场颜面扫地？让我先砍了你就不会给宗门丢人了。闻言叶璇吓得大惊失色，连连表示只要修好境自己绝不会丢剑仙宗脸面。不过就在下一秒，六姐的大锤还是狠狠地砸在了叶璇身上，身受重击的叶璇翻身发现并无疼痛之感，掉落的镜子却已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不愧是六姐啊，不声不响就修好了镜子，有了这玩意我胜券在握啊。灵光反冲镜，中品灵宝，可破任何原因以下幻术幻境，可完全反弹筑基七以下任何攻击三次。六姐看着镜子若有所思，表示这法宝不错，但是缺一块稀有灵石作为器魂，否则能使用更多次数。不过这次五绝论剑的赛场在云梦泽，自己曾在那里见过，叶璇如果看见的话记得收集一下。就在此时，剑仙宗上空传来了悠扬的钟声，叶璇也是明白红钟传令，看来五绝论剑就要开始了。六姐兴奋地拍了拍少年的肩膀，哥哥比赛可要加油哦。叶璇满脸无奈，行行行，这怪力到底是哪里来的？
剑仙宗缥缈峰上，众多长老弟子正在极目远眺。此时宇文吉又来使唤，表示掌门指定叶玄身加五绝论剑，自己也不多说什么，但是为了宗门和谐，自己推荐外门弟子夏侯毛去配合比赛。此弟子乃是罕见雷息灵根，天赋惊人，修道15年就已筑基巅峰。闻言黄月荣和东方西凤也是无奈，每个门派都是派两名弟子出场，宇文吉的要求合情合理，自己这边无法拒绝。晴朗的天空也在此时传来了一声龙吟之声，先行前来的便是剑姬阁首席孟剑飞。天下剑庄的首席水云启乘着仙鹤翱翔而来，剑种的小骨头也是不声不响地出现在了台阶之上。只有万剑盟最为强势，为首的佟大江一道便要剑仙宗掌门出现来跪礼。眼见东方西月上去搭话，还被羞辱了一番，叶璇也是毫不客气地出现，哪里来的老狗，汪汪汪的叫啥呢？五绝论剑就在今日开启，最后到来的万剑盟却是嚣张跋扈，竟要求剑仙宗掌门出来跪饮。看不下去的叶晨面对压力出言嘲讽，佟大江直接落地，身后的内力阵的脚下大地为之皲裂。叶璇毫无畏惧之色，上来就直言万剑盟持强凌弱霸权主义，而某些人更是满嘴道德，背地里却偷鸡摸狗。听闻于此，远程观看的万剑盟宗主林万里直接传音，让佟大江将叶璇击杀，不能让这小子再胡言乱语下去。接受到命令的佟大江随即单手掐起剑指，一招万剑归心便向叶璇刺去。不过瞬间便有面红色的火墙挡住了所有灵剑，边上传来一阵清冷的御姐之声，佟大江再敢撒野，下一剑取你人头。望着已经进入元婴巅峰的南空杖，佟大江的额头冷汗直流，看来外面的传说是真的，那么这次五绝论剑自己等人也不能轻举妄动。剑仙宗弟子眼见掌门强势出关，个个都是扬眉吐气之状，就连小骨头和水云起也感觉压力袭来。毫发无损的叶璇在边上嘿嘿一笑，大姐霸气，真不愧是我的女人。话音未落便被南空杖狠狠揪住耳朵，听说你最近偷了我一样东西，不过看在这次你助我突破巅峰的份上就放过你了，但是这次论剑你必须给我夺冠。随后南空照放开叶璇，宣布了五绝论剑的规则，每个宗门最多派出两名弟子参加比赛，修为不得高于筑基巅峰，场地就在剑仙宗山下云梦泽内，而试炼的内容则是斩杀妖兽，级别越高积分越多，所有积分以妖丹为证。万剑盟佟大江大手一挥，表示自己宗门要求加一条规则，弟子上场可以互相争斗抢夺，各门派不得干预和报复，此举明显是针对叶璇这个废材。南空照在询问叶璇表示同意之后，宣布比赛正式开始，随即双手掐诀，在云梦泽上方释放出庞大结界，各派弟子也是纷纷御剑而行，只有叶璇不急不忙地缓缓前行，而最前方的龙且脸色阴沉，不知道是对谁说道，到了试炼之地别急着抢妖丹，直接杀人，我要那小子活不过今晚。文吉手下就没有一个省油的灯，这次推荐来的夏侯毛更是坏心思满满，跟随叶璇来到云梦泽深处之后，立刻便从怀中掏出了一发信号弹，随着如烟花一般的信号炸开，叶璇回头冷冷地注视着夏侯毛，师侄这是在给谁发信号呢？难道是要勾结外人背叛我剑仙宗门？五绝论剑本该是年轻人的事，可佟大江这老贼前来，肯定不是什么巧合。如果想杀我，应该不必他出手。难道你们想对大姐动手？夏侯毛眼见事情败露，也不再掩饰，拔出了身后的宝剑，坦言这次论剑只要杀了叶璇，龙且就会护他成为第二，而大姐早已被林万里当炉鼎看上，自己的师父就是下一院长。叶璇仿佛看傻子一般的看向夏侯，以你们外门上下的劣根性，你猜猜我为什么会带你来此？还没等夏侯毛反应过来，叶璇便狠狠的一脚跺在了地上，原本平整的地面瞬间裂开一条大缝，无数的妖兽从地底之下飞出，血红的身躯之上散发着妖异的光芒，竟然是群居而著称的军团血飞蚁。不过叶璇随身携带了四姐的伪装药水，直接喷在身上便可以伪装成同类，于是乎所有的飞蚁便全部朝着场上唯一的外人冲去。夏侯毛只能一边挥剑砍杀，一边向外逃窜。被击杀的血飞蚁纷纷化作妖丹掉落在地，叶璇眼冒金星。开始疯狂拾取，气得夏侯毛直接炸裂。不过在下一刻，一股恐怖的威压便让叶璇脸色发紫，血飞蚁女王出现在了身后，正虎视眈眈地盯着叶璇。少年立即戏精上身，表示自己的兄弟们尸骨无存，只能收集妖丹睹物思蚁，而罪魁祸首就在前方，自己一定不会放过。眼见血飞蚁的攻势越加的凶狠，夏侯毛只好取出一张速度神符，强行提升自己的速度欲击杀叶璇。不过全力一击却被轻松挡下，反被叶璇掏出青铜印狠狠砸在脸上，脸上血肉模糊的夏侯躺倒在地，右手颤颤巍巍地伸入怀中摸索着什么。下一秒天空之中雷云密布，一道迅雷直接劈在了夏侯身上，面目狰狞的夏侯毛缓缓站起，自己这招本来是准备合龙且争夺冠军使用，现在却被叶璇提前逼了出来，那么就去死吧。叶璇看着强大的雷电攻击微微一笑，从怀中掏出一面镜子，灵光镜反冲。叶璇的镜子竟能反射一切攻击，就连夏侯毛隐藏的杀手锏也不例外。看着气势汹汹的夏侯挥剑砍来，少年只是轻轻地吐出了一句反冲，便令夏侯毛当场饮恨西北。叶璇摸着拥有了一条裂痕的八卦镜，心痛不已，只有两次使用机会了，必须赶快去云梦泽找到气魂石才行。随后灵儿出现，便要收走夏侯毛的尸体，一番讨价还价之后，竟还卖了70个贡献点。
瞬间发动十三龙降攻，无数的青铜印都敲击在巨熊身上。不过只可惜神夜的防御实在过于强硬，打了半天竟然毫发无损。眼见站不到便宜，叶璇也不恋战，佯攻了一下便直接准备开溜。哪料神夜居然又变换成了灵鹿形态，转瞬之间便追到了少年的身后。不过下一秒，叶璇便看到了惊喜的一幕，只见茫茫草原之上，无数的大角鹿正在排位。叶璇此时突然之间心生一计，手持树枝便将所有角鹿分开，随后还将颈椎而来的灵鹿给介绍了出去。大角鹿群看见神夜幻化的灵鹿如此动人，哪里还按捺得住激动的心情，纷纷奔腾直冲神夜而去。我去，大哥们，谁是女神？我是男的，别舔我。 没想到小白偷来的一个鸟蛋，竟引发了金丹七龙蟒的愤怒。就在叶璇甩掉神夜不久后，便遇见了正在大战的龙且和水云起。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龙且直接甩开水云起便持剑刺来，肩膀上的小白不知发现了什么，竟离开叶璇，独自窜入了树林之中。龙且的剑也如夫骨之躯般出现在了身后。叶璇刚准备拿出青铜印拼命，水云起就出现在了他的身后，只是一剑便将龙且的剑给斩成了两段。随后更是甩出了一个漂亮的剑花，龙且，你的对手是我。而叶璇眼见有人帮忙阻挡仇家，脚步一滑直接开溜。 毕竟自己的当务之急是找到器魂噬贤，不过叶璇还是高兴的太早。当他准备窜入灵芝时，一道身影猛地从天而降。要不是自己曾经练过，现在怕是和那棵树一样一分为二了。叶璇还想着再从一边开溜，却发现神夜出现在了眼前，捂着菊花颤颤巍巍的站立。叶璇满脸坏笑，小伙子体质不错呀，真不用趴几天养养身体吗？神夜闻言怒上心头，刚刚的经历将是自己一辈子的伤口，不将叶璇碎尸万段，难消心头之恨。前有万剑盟神夜，后有剑姬阁梦剑飞。叶璇知道现在的情况不容乐观，但事到如今也由不得自己逃。 逃避，该站的总还是要一站。不过就在此时，大地之上传来了如雷般的震动。不远的草丛之中，小白叼着一个蛋飞速窜出，跳上叶璇肩膀之后，便指着身后喵喵的叫着。少年直接无语，你这不会是掏了什么神兽的窝吧？说曹操，曹操到。一条金色的龙蟒瞬间出现在了众人身前。恐怖的气息压制，使得众人纷纷开始逃窜。擅长御兽的神夜认出此乃蛮荒龙蟒，是最有希望进化成龙的蛇形妖兽。这一条虽然实力很弱，但起码是金丹巅峰，远远不是我们几个筑基可以对付的。而且它的金色鳞片极为古怪，估计体内 必有天才地宝。好在最前面的叶璇闻言思索了起来。自从龙蟒出现，自己体内的祖龙黄骨就与其隐隐呼应。难道巨蟒体内也有一根黄骨？而且小白偷了他的蛋，估计他也能感应到我身上有宝，必然会先袭击于我。如果这样的话，我还不如先躲在龙且身后，让他们两个拼个你死我活。 果不其然，龙蟒锁定叶璇的方位后，直接据尾一甩，便向这边袭来。挡在叶璇方向的龙且却误以为尾巴是甩向自己，跳起一剑便想劈开蛇尾。不过他却是小看龙蟒的实力，全力一击却被无情的弹飞了出去。眼见龙蟒如此难缠，龙且只好提议暂时结盟，共杀龙蟒。不过必须叶璇先对龙蟒发动攻击，心中早已有了计划的叶璇立刻就答应了下来，带着小白跳起就是一拳：“龙儿子，爸爸来了！” 金丹七龙蟒强势来袭，五绝弟子被迫联手抗敌。叶璇率先出手表态，却不料被龙蟒直接一口吞下。看得其余弟子纷纷露出了惊讶表情，就连醉看好叶璇的水云起也是一阵无语。而被吞入腹中的叶璇则是来到了龙蟒的胃部，难闻的气息熏得一人一猫都要反胃了，却不料一阵金光竟在远处闪过。走近一看，竟然是无数的钱财法宝，其中那块闪闪发亮的石头正是叶璇梦寐以求的器魂石。没想到的来全不费功夫，叶璇连忙将八卦镜子取出，小心翼翼地将器魂石嵌入镜中。叮，反冲灵光镜炼制成功。 属性全面提升，可反弹金丹期以下任何攻击，反弹效果5倍，每天可使用一次。叶璇看着新镜子欣喜若狂，虽然次数变为了每天一次，但是反弹效果的大幅增加，让自己就算对上金丹期也有一战之力了。而余下的宝物，自己自然也无需客气，通通收走。其余众人眼见叶璇被吞入，都纷纷向前准备击杀龙蟒。当然，这也不是说众人好心想救叶璇，而是垂涎龙蟒体内的天才地宝而已。龙且率先发难，无数攻击打在了龙蟒的头部，最后一下更是直接朝着要害劈下。巨蟒见状，死死咬住宝剑，让 龙且无法动弹，随后众人也是纷纷对巨蟒造成了攻击。水云起此时还想着要帮助叶璇逃脱，高高跳起便要将巨蛇一分为二。不过就在此时，异变突生，本来卡住龙蟒巨口的宝剑竟然消散得无影无踪。龙且整个人飞速的向后撤去，解脱了的龙蟒大嘴一张，舌头便死死的缠住了神夜和他的坐骑。下一秒，巨大的咬合力便让神夜直接归天。水云起和梦剑飞也被龙尾直接弹飞，狠狠的撞在树上，大口吐血。龙且趁机运起全身功力，狠狠的劈下，竟直接将龙蟒给一分为二。此时的梦剑飞才 反应过来，原来前面龙且居然在隐藏实力，现在的他散发出的气息赫然是金丹境界。站在龙蟒身上的龙且欣喜若狂，这一下所有的宝物就都归自己了。不过下一秒，龙蟒的尸体便忽然的炸裂开去，一个快到极致的人影忽然就出现在了眼前。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个逼斗就狠狠的扇在了自己脸上。尘土之中的叶璇面带笑意，就问你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龙蟒的体内果然有一根黄骨，而且还是最为重要的头骨。刹那间，整个云梦泽的妖兽都开始了暴动，只为夺得那无主之物。这般喧闹的气息瞬间就传到了剑仙宗内。南空照看着不远处的云梦泽，不知想些什么，随后便让东方西凤派人前去打探，如有不测，必须先护叶璇周全。身后的宇文及铁青着脸望着前方，手中夏侯毛的本命玉牌已然破碎，自己这个徒儿天赋惊人，怎么可能不敌叶璇？分明就是南空照用什么手段害死了我徒儿。一边的佟大江不忘添油加醋，表示南空照杀他爱徒，分明就是在打压外门长老。被仇恨和权力冲昏了头脑的宇文吉随即表示要和万剑盟联合夺取南空照的掌门之位。而在云梦泽内，叶璇高高跳起便要收走头骨，一边的龙且却是后发先至，伸手便要抢在叶璇前面。还好关键时刻叶璇发动手中戒指，竟直接将头骨收入了囊中。眼见煮熟的鸭子就要飞走了，龙且拔出宝剑便狠狠劈来，叶璇立刻召唤了青铜应对拼了一下，两人在剧烈的碰撞之后纷纷落地。叶璇立刻感到不对，五脏六腑隐隐作痛，看来这小子果然有两下子。此时一边的水云起大喝一声当心，孟剑飞居然想趁叶璇分心进行偷袭，躲过了案件的叶璇大喝孟剑飞乃是正宗舔狗，龙且这人唯利是图，连同门都害，刚刚的神夜便是最好的榜样，还不如跟自己一同联手干掉龙且之后他身上的宝物三七分成。孟剑飞嘴上说着休想挑拨关系，手中的剑却不由自主的慢了下来。一边的水云起心中暗叫高明，叶璇这招策反击挑明，就算龙且和孟剑飞再怎么并肩作战，也会互相猜忌三分，实力最少会降下二三成。而自己这边虽然和叶璇并无恩怨，但是五绝论剑，先灭掉最强才是王道，所以当叶璇邀请水云起一起作战时，他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龙且冷笑一声，就凭你们两个还不够我磨刀的吗？叶璇闻言一笑，拿出一枚骨笛便吹了起来，远处的山下忽然就出现了一道人影，正是剑种的小骨头前来。至此五绝论剑双方最强弟子皆已到齐，叶璇这边直接就向龙且发动了攻击，巨大的青铜印如山一般的砸下，龙且虽然轻松地挡下了一击，但是小骨头和水云起的攻击随后便倒，逼得龙且只能不停地招架向后退去。眼见三人如此难缠，龙且心中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随即便将一颗丹药扔向了远方的孟剑飞，表示此乃三清归元丹，一旦吃下短时间能大幅提升修为，如果这次孟剑飞相助于他，其他的事都可以既往不咎。孟剑飞握住丹药思索了片刻，还是毫不犹豫地吞了下去。叶璇看着远处重新站起的孟剑飞，明白自己的策反击最终还是无用，随即便让小骨头和水云起拖住龙起，自己先去解决了孟剑飞。随后的两人扭打之间，叶璇便跑入了丛林之中，兽潮就快要来临了，自己必须找个安静的地方解决孟剑飞，随后在吸收黄骨的途中才能安稳，而只有吸收了头骨的力量，自己才能和龙且有一战之力。想到这里，叶璇停下了脚步，孟剑飞见状也停下出言嘲讽，表示这个地方大概就是叶璇的埋骨之地了。叶璇轻蔑一笑，我只是替你操心而已，舔到最后一无所有。闻言孟剑飞也是被戳到了痛处，挺剑直接便从高处跳下。叶璇去死吧。五绝弟子万万没有想到，剑种传人小骨头居然是女儿身。就在刚刚，叶璇引着孟剑飞来到一处僻静之地。此时的孟剑飞本想仗着修为碾压叶璇，却不料完全跟不上对方的速度，反而被叶璇的嘴炮功夫搞得心烦意躁，一不留神就被叶璇抓住了自己的破绽，青铜大印狠狠地砸在了脸上。随后的一套连击更是砸得孟剑飞七荤八素，竟毫无还手之力，便被叶璇当作贡献点收入了囊中。随后叶璇掏出了头骨和无数灵宝，坐在原地便直接开始炼化。随着祖龙头骨的炼化成功，叶璇成功升级到了炼气初期。云梦泽内的妖兽也因失去了头骨气息停止了暴动。另一边的战场上，水云起身受重伤，只能看着筑基中期的小骨头硬抗金丹龙起，不过此时的小骨头居然丝毫不落下风，实在是妖孽至极啊。然而就在这一次对拼之后，小骨头的身体也终于支撑不住了，龙且气喘吁吁，孟剑飞那混蛋怎么会那么的慢，不会是独吞了上古龙骨跑了吧，看样子自己只能拿出压箱底的了。速战速决，随着龙且单手掐诀，一柄锋利无力的飞剑出现在面前，周身火元素的粒子随风飘荡，此剑名曰焚天，乃是盟主林万里赐予我的灵宝，死在此剑之下，你们也足以自傲了。说罢，龙且一招烈火焚天，直接挥出强大的剑气，夹带着风声直冲二人而来。小骨头和水云起没有丝毫反抗，便被震飞了数十米远。小骨头还想拼命挣扎爬起来，龙且却是缓缓走近，一番打量之下，竟发现小骨头乃是女儿之身。不过他却丝毫没有怜香惜玉之情，挥手一剑便欲将少年斩杀。随着一阵风声吹过，龙且发现手中的剑杆不对，正是匆匆赶来的叶璇将小骨头救下。龙且阴沉的笑道：“叶璇，你居然没死，孟剑飞那厮呢？”叶璇也不隐瞒，直言孟剑飞早已成为自己剑下亡魂，而且托他的福，自己成功的吸收了头骨，进入了炼气境界。闻言，龙且怒不可遏，自己前面的一切都为别人做了嫁衣，那么你就以死来偿还吧。说罢，龙且高举焚天直接劈来，不料却完全打不到叶璇诡异的身形，反被叶璇高高跃起，手举青铜之印狠狠砸下。龙且，我看你怎么躲！
吸收了五根黄骨的叶璇到底有多变态，就连先天灵宝的全力一击也能轻松挡下。龙且不可思议地看着叶璇，你的肉身是什么境界，竟然能如此强悍。叶璇并不搭话，一手握住焚天剑莫多，一手青铜印直接就砸在龙且脸上，简易猪肉四个大字赫然就显现了出来，惹得边上的小骨头和水云起轰然大笑。望着得意洋洋的叶璇，龙且心中充满了奇耻大辱，随即高举起手中的焚天宝剑，幻化出无数剑光树立周身，紧接着便朝着前方一挥，叶璇去死吧。叶璇面对如此攻势丝毫没有紧张之意，只是从怀中拿出一面镜子，口中淡淡的喊出了一句反冲，刹那之间龙且的剑光都被吸收殆尽，随后便以更凶猛的姿态返还了回去，直接将龙且给扎了个千疮百孔。此番此景看得一边的两人笑开了花，还好自己站对了立场，否则下场也跟龙且一般啊。叶璇手握青铜大印便欲结果龙且，谁知对方的身上竟冒出一道强大的冲击波，如山般的青铜印竟砸在一个红色的能量球上无法寸进。龙且丧心病狂般的嘶吼，叶璇你能逼我出此至宝，今日便算是我栽了，自己现在就捏碎传送玉简，剑仙宗就等着接受万剑盟的怒火吧。一边的小骨头和水云起看着这一幕也是无可奈何，龙且一旦回到万剑盟就难杀了，放虎归山必有后患。叶璇的眼中满是嘲笑之意，纵虎归山那是不可能的。系统给我兑换个能击穿防护罩的。听闻叶璇自言自语，龙且只以为对方乃是无奈之举，却不料下一秒防护罩竟直接碎裂了开来，整个如山般的青铜印狠狠地轰击了下来。而在剑仙宗的山顶，宇文吉谄媚地说着龙且必问鼎五绝，而且叶璇若是被杀，南空照等人必将心神大乱，自己就可以趁虚而入，到时候还要万剑盟大力支持。佟大江上一秒还笑嘻嘻地说着好说，下一秒手上龙且的本命玉牌就碎裂了开来。佟大江明白此时的龙且已经殒命，狠狠地盯着身后的南空照等人，此事必要有个说法。没想到万剑盟林万里竟亲自杀来，也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被打爆的龙且复仇。而此时的叶璇还在跟灵儿讨价还价，毕竟破防护罩都用了300贡献，而灵儿对于龙且的尸体只愿意出到100贡献，不过加上龙且的宝物和完成任务的奖励也勉强能够接受。水云起和小骨头匆匆赶来向叶璇表示恭喜，毕竟龙且一死，叶璇便稳坐五绝论剑的魁首，自己这一次可算是押对宝了。叶璇还想着将龙且的宝物分与二人，毕竟杀死龙且二人也功不可没，哪料水云起直接拒绝，表示宝物乃是叶璇应得之物，自己只有一个不情之请，就是剑仙宗剑种和天下剑庄共同抵抗万剑盟。叶璇闻言大喜，万剑盟吞并剑吉阁之后势力庞大，多一个盟友对剑仙宗自然好处多多，于是不假思索的便答应了下来。而小骨头的态度却出乎了二人的意料，也没说答应还是不答应，只是说了句照顾好小白便自顾自的走了。随后的叶璇在水云起的邀请下同坐仙鹤返回了剑仙宗内，一路上的叶璇满脑子想着的都是大姐答应的奖励，却不料大姐一声无耻之徒传入了耳中，吓得少年直接一个哆嗦。不过定睛望去才发现，剑仙宗的广场之上，大姐正和佟大江、宇文吉二人比拼内力，东方西凤还想上前援助，却被黄月荣一把就给拉住。大姐天纵奇才，岂是区区几条老狗所能战胜？不信你就等着看吧。果不其然，就在下一刻，场中的能量开始猛烈撞击，巨大的冲击波将佟大江几人直接逼退。南空照手持灵剑英姿飒爽，三尺清风直指佟大江喉咙要害。广场上众弟子全部看得呆愣原地，一介女流竟然敬拜三大元婴高手，九天玄凤灵根居然恐怖如斯，被止住要害的佟大江有恃无恐。南空照，你竟不惜一切代价与我万剑盟开战吗？叶璇那小子究竟有什么好的？此时的叶璇才知道了来龙去脉，急忙缓缓地跳下仙鹤，一把搂住大姐的肩膀。大姐莫要生气，接下来的一切交给我来解决吧。南空照看着眼前笑眯眯的男人，心中升起了一股莫名的暖流，刚想开口说些什么，便被叶璇一把拉住小手往前走去。边上的宇文吉立刻开始发难，表示剑仙宗真是乱得看不下去，这叶璇与南空照等人不清不楚，辱没我剑仙宗门风，还望万剑盟主持公道啊。闻言佟大江装模作样的耍起了威风，竟问起叶璇是否知罪。叶璇扑哧一笑，大家五绝同盟又不是上下级，你们算个鸟，有资格对我们剑仙宗指手画脚？换简单点的说法，就是关你屁事。此言一出，气的几大高手愤慨无比，却又碍于南空照无法出手。叶璇随即又义正言辞的说道，如果想要一统五绝，让你们头头亲自来吧，否则的话我就当他没。闻言几位姐姐都忍不住嗤笑了起来，佟大江更是气得喷出了老血。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此时的剑仙宗广场上忽然刮起了一阵阴风，林万里竟出现在众人眼前。无知小儿，看看是谁来了，剑仙宗竟遭遇最大危机，万剑盟林万里亲自杀到。佟大江等人当即下跪请安，宇文吉吃里扒外竟邀请林万里主持公道。林万里也是当仁不让，表示自己作为武林盟主，单方面宣判叶璇心术凶险，不配留在武剑联盟。闻言大姐脸色阴沉了下来，反问剑仙宗如是不从又当如何。林万里笑里藏刀，表示剑仙宗不从的话便一个不留，但是南空照还有其他选择，就是剑仙宗并入万剑盟，南空照和自己结为道侣，那样的话自便能网开一面，放叶璇一条生路。还未等南空照回答，广场中央便升起八卦法阵，一声声怒喝传入了耳中，九位姐姐齐齐地出现在了眼前。林万里的脸色越发的阴沉，看样子九大仙子不惜血战也要护住叶璇了。就在此时，林万里的身后忽然出现了一道传送之门，竟然是剑吉阁主前来相助林万里。此时南空照也感到不妙，哪怕有护山大阵相助，面对两个元婴巅峰老怪，恐怕也是难敌其手。面对如
如此绝境，叶璇也有点慌了。毕竟自己只是个炼气小修士，就算有系统相助，也无法越三大级克敌，只能求援看向一边的水云起。水云起刚想说些什么，天空之中便出现无数柄长剑形成的传送门。天下剑庄众号前来相助，林万里咬牙切齿，众号你确定要与我们一战？为了我仰慕的仙子，当然乐意至极。林万里刚想发难，天上猛地又射来一道劲气直直的立在广场中央，待周身的烟尘散去，一柄巨剑赫然竖立，剑身之上写着七个大字：叶璇。小骨头之友。 广场之上，众人惊讶，没想到连剑冢的剑冢老人都来给叶璇撑场面。看这样子生死难料啊！叶璇微微一笑，双方战力都已到场，如此说来的话，林万里你要战，那便战吧。见状，剑无意忧心忡忡，三大宗门掌门联手，哪怕自己和林万里一起也无胜算。自己前来之前，血魔老祖曾告知自己事情已成。剑仙宗动荡之时，就在今晚。林万里听闻密语之后，望向远方，很好，今日便是剑仙宗覆灭之日。就在五绝大战一触即发之际，远处的天空竟显现出一座高塔的身影，摇摇欲坠的情况明显不容乐观。 南空照瞬间脸色大变，此乃剑仙宗戒玉塔。当初是剑仙老祖亲自修建，里面镇压一大堆元婴级别的老怪。要是五绝此时开战，戒玉塔损坏的话，那么都不用林万里出手，剑仙宗也将血流成河。见到眼下的情况如此危急，南空照也不废话，三尺清风直指林万里等人，表示自己剑仙宗已决心退出五绝。你若要战，自己宗门上下奉陪到底。 眼见身前的美人如此强势，林万里也打了个哈哈，表示戒玉塔乃是大事，自己体恤民情。等南空照先处理完内部再说吧。说罢便带着剑无意等人转身离去。见到林万里已然撤走，众浩也抱拳势表示先行告退。叶璇见状忽然想起三姐说过，众浩这厮对大姐貌似也有非分之想，随即一把搂过大姐宣誓主权。不料众浩见状却是笑意盈盈，解释自己因为修炼功法缘故，对南空照的爱恋只是修炼见到的寄托，反之真的得到仙子本人的话，自己反而无法寸进。叶璇听闻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只好挥挥手让。 众浩离去，临走之际，众浩还不忘补刀，表示仙界无数强者都在觊觎南宫，如果真想拥有的话，那就要变得更强。闻言，叶璇直接无语，好你个老六，这是想损我道心啊！见众人全都离去，南空照开始清理宗门垃圾。宇文吉直接废除长老之位，逐出宗门，永不得再入剑仙宗门。宇文吉闻言直接急了，拔剑便让外门随自己一起镇压南空照，但是其余外门长老却都打起了哈哈，一个个都在旁边装傻充愣。不过南空照却没打算放过任何一人，一招火凤燎原便让所有外门长老带着弟子滚蛋。眼见广场之上的 事情告一段落，东方西凤随即上前说起诉说戒玉塔的事情。毕竟林万里一到，戒玉塔便开始了崩坏，两者之间若无联系，还真说不过去。而在戒玉塔的周身，无数的锁链都开始崩断，黄月荣的修补明显都来不及了，手上的锁链也瞬间崩裂。还好南空照及时赶到，一把抓住铁链便开始了接合。黄月荣眼见大姐到来，深深的喘了口气，表示自己刚才试图修复塔身，却毫无效果。看来问题是出在塔内，从外部根本没有办法复原。闻言，众姐妹都纷纷商议了起来，自己等人是可以进去，但是如今墙底环绕，万一 有人闹事，缺少了人手镇压，会出现更大的问题。而如果不派人进去，麻烦恐怕又会更大。众人也纷纷头痛不已，只有叶璇手指自己，弱弱的问道：“各位姐姐，要不让我进去看看？” 为了帮姐姐们排忧解难，叶璇老色批也是拼了，竟决定孤身一人独自前往戒玉塔内。众姐妹纷纷出言表示反对，八姐更是一把便抱住叶璇不让其去送死。毕竟十年之约关乎二人生死。不过一向冷静的大姐却表示支持叶璇。戒玉塔内虽然危机四伏，但也是个极好的修炼之地。叶璇在外树敌无数，万一外面打起来的话，恐怕第一个倒霉。若去了戒玉塔，反而不用担心。随即大姐又掏出一本功法教予叶璇，表示叶璇灵根至刚至阳，要勤加修炼此功法，以后对众姐妹也大有用处。听闻于此，叶璇的 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了某些场景。由于不太好看，猫姐就直接略过。此时的叶璇激动地摆出了个 OK 的手势。大姐说的自己懂啊，这如鼎蛇我欺谁？我这就进塔，告别了姐姐们，叶璇迈着自信的步伐进入塔中。不过刚刚推开塔门，便掉进了无尽的深渊。叶璇看着周身变幻莫测的物体，心中顿时明白此乃虚弥洞天，这番大手笔不愧是剑仙宗老祖亲自修建的仙堡。此时灵儿忽然从体内窜出，竟表示戒玉塔深处有种和系统相似的气息。让叶璇如果有办法的话，尽可能靠近最深之处。就在二人还在谈话之际， 叶璇也是降落到了底部，就是这个脚感似乎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自己仿佛踩到了什么圆形的物体。仔细看去，竟发现无数双血红的眼睛正怒视着自己。叶璇一个起跳便召唤出青铜大印，一边的灵儿解释底下之物乃是血蛮飞浆，本来曾是修士，被塔宗妖魔吞噬了神魂形成僵尸，没什么神通，但肉体强悍，相当于人类炼气巅峰。听闻于此，叶璇头都大了一圈，这修为比我高数量还那么多，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咋办？仓促逃窜之中，叶璇竟来到了一条死路，无数的飞浆都紧随其后飞扑而来。无奈之下，叶璇只好 祭出灵光镜，使用群魔辟疫将将群给杀了个干净。虽然灵光镜开局便用掉了，但是好歹也给叶璇带来了2000多点贡献。待前方的烟尘散去之后，地上竟还躺着个戴斗笠的矮子。叶璇只以为是漏网之鱼，刚想拿青铜印将其拍死，却不料男子猛地就睁开了血色般的眼睛，嘴里怪叫着便向叶璇狠狠地扑了过来。
没想到矮瘦老人竟是剑仙的师弟，此刻的他正狠狠地向叶璇扑来。还没等叶璇反应过来，他又飞速地刹住了自己的脚步，口中发出了哈哈怪笑。没想到估计了百年，戒狱塔内终于有活人进来了。随即一柄飞剑从叶璇头上掠过，在眨眼之间，老头整个人便虚浮在了飞剑之上，泛红的双眼死死地盯住叶璇。小子，你姓甚名啥？快快自报家门出来！叶璇顿时冷汗直流。以老者的身手来看，对比大姐只强不弱，竟被在此关押百年，不知剑仙宗名号镇不镇得住他。随后叶璇便报出了自己的宗门和姓名。老头闻言连连后退，整个人的气息变得狂躁无比。你果然是那个人的徒子徒孙，我要杀了你，拆骨吃肉！话音未落，老者便一剑直直刺来。叶璇脑子一片空白，说杀就杀，这也太突然了吧！快想想他的弱点。随后叶璇灵机一动，直接从储物戒指掏出一盘麻辣猪蹄，奇特的形状和香味果然将老者深深的吸引，整个人目不转睛的看着猪蹄，还称自己尝遍龙筋凤髓都不如他香飘十里。叶璇满头冷汗，寻思还好自己赌对了，这老头果然是个吃货，自己穿越而来的烹饪放在修真界也是一绝。此时叶璇高举猪蹄，不停地逗弄老者，并提出用十个问题来交换猪蹄，老者想也不想就答应了下来。不过第一个问题便让老者犯难，叶璇竟问出老者与剑仙老祖有何恩怨。老者本不想回答此事，谁知叶璇根本不讲武德，张嘴便要将猪蹄放入口中。无奈之下，老者只好说起自己的名字呢，叫剑叟，本是剑仙老祖师弟。说起来，这戒狱塔还是他与老祖一同建造，大部分的妖魔鬼怪还都是自己抓的。结果只因为自己和剑仙的修炼理念不同，剑仙老祖竟将自己也关入了戒狱塔内。这些年自己在塔里可是受尽了讥讽。叶璇听闻如此劲爆的八卦，立刻将手中猪蹄扔出，又问出第二个问题：戒狱塔内的异状又是因为什么？剑叟表示最近有人在天罡层作妖，不过叶璇的修为低微，连地煞前十层也进不去，讲了也没啥用。叶璇闻言思索片刻，最后还想着让剑叟将塔中资料给他，不过老家伙却表示好处全无，自己已经啃过猪蹄了，剩下的叶璇就自己慢慢想办法吧，不杀他就已经很给他面子了。叶璇长叹了口气，从怀中掏出了一个绿色的瓶子，看来还是要使出大招啊。仙界美酒千千万，不如一瓶二锅头。就当叶璇将瓶盖扭开之时，一股莫名的酒香便飘入了剑叟的鼻中，老者再也按捺不住，直接跳起就一把抢过了酒瓶，在留下了戒狱塔秘文录之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吸收了秘文录后的叶璇终于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戒狱塔本身就是一件强大的仙堡，分为地煞72和天罡36层，每一层都有魔头镇守必经之路，并且在每隔9层就存在一个修复机关，本来每过十年就要进入塔内维护机关，可是十年之前宗主和所有亲传弟子全部战死，而姐姐们刚嫁过来根本就不知晓此事，也难怪塔内之人会趁机发动攻势，不过自己也管不了那么多，只能先去冲冲前九层看能不能启动第一个机关。而随着叶璇的深入，两道漆黑的身影也紧紧地跟在身后，不过估计双方实力差距悬殊，叶璇竟一点异样也没有发现。而在万剑盟大殿之上，一老者正向林万里卑躬屈膝，正是被剑仙宗逐出师门的宇文吉，此次前来乃是想抱上林万里大腿，日后还有希望重回剑仙宗夺得掌门之位。林万里双手一摊，你倒是个聪明人物，那就让本盟主看看你的诚意吧。说罢林万里双手一个响指，身后的布帘缓缓地拉开，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在了眼前，一个血红色的血球漂浮在半空之中，地下躺着无数的将死之人，而在血球的中央，一具躯壳正散发出无比强大的威压。宇文吉见状随即明了，此乃以生人为引，鲜血为祭的血魔阵法，看样子林万里与血魔老祖勾结已久，恐怕戒狱塔的动乱也脱不了干系。林万里望着脸色大变的宇文吉阴沉一笑，宇文长老，此阵与戒狱塔息息相关，需要更多的生人血祭，你可愿意为本盟主分忧解难？宇文吉闻言立刻明白了林万里的意思，自己想要抱住这条大腿必须先自断其臂，随即便看向周围一同而来的众多弟子，徒儿们，为师平日待你们不薄，现在该是你们为我做点贡献了。还未等众弟子有所反应，宇文吉忽然内劲全发，将坐下所有弟子全部拍入了大阵之中，得到了新鲜养分的大阵，鲜红之色又明亮了几分，而处于血球中央的血魔老祖，本就不弱的生命气息又更加强大了起来。宇文吉泛红的双眼布满了血丝，剑仙宗，蓝空罩，叶璇，我将来定要将你们挫骨扬灰。而在戒狱塔内，叶璇正和一只绿色的水母战得难舍难分，变态的毒性就连土地都能腐蚀几分。一边的小白突然开口，表示水母的腰丹极为好吃，杀了之后自己先行预定。叶璇本能的就爆了句粗口，随后马上反应过来，小白居然能开口说话，而小白却表示自己又不是白吃白喝，进化一点有什么好奇怪的？而且叶璇如果做了自己的随从，好处还大大的有呢。说完，小白便轻易的蹭了蹭叶璇的脸颊，一股神奇的力量涌入了少年的脑海，瞬间变态水母的所有信息就出现在了叶璇眼前。眼见水母惧怕金属性攻击，叶璇立刻掏出青铜大印上前，只是简简单单的一下砸击，便直接收入了50点贡献之多。而小白见到水母一死，也是欢快的跑去开始啃食。不过就在此时，一声卑鄙小贼忽然传入耳中，随之而来的还有一道火属性的攻击。叶璇连忙拿出大印抵挡，却还是被震退了数米之远，整只手臂都在瑟瑟发抖。随着火光的闪现，一个酷似哪吒的男人出现在了眼前。吾乃巡查使星命，献奉妖王之命，前来拿你。
没想到戒狱塔内组织如此严密，叶璇只是击杀了两层的守门妖兽，就引来了所谓的塔内巡查使，一言不合就要将叶璇给擒拿归案。不过幸好此时通往下层的门恰巧打开，见状叶璇不由分说的便窜了进去，结果就在第三层的入口，一只巨大的三眼黑虎正埋伏于此。见到叶璇从入口进来，发动了凛冽的攻势。危急关头，叶璇也是纵身一跃躲开，黑虎刹不住自己的脚步，直接将星令扑翻。猛然遭遇袭击的星令本能的就踹开了黑虎，用魂天八面灵将其锁死，随后更是长矛一挥，便将黑虎一分为二。不过看着地上的虎头，星令也是反应了过来，这明明就是自家的小妖，那个人族竟不见了踪影。躲在后面的叶璇不忘出言补刀，巡查使帮自己秒杀敌人，你这妖还当的确实不错呢。星令闻言直接老泪纵横，这可是重大的工作失误啊，不但会被扣工钱，自己今年的奖金都要打水漂了，看样子只能杀了叶璇将功不过了。面对着巡查使凶狠的攻势，叶璇也只能无奈躲闪，不过终究棋差一招，混天绫直刺面门而来，关键时刻旁边闪出无数粉色光芒，竟将混天绫的攻势给化解了过去。一边的巡查使极为诧异，对面不知使用了什么妖术，自己的法宝竟消失得无影无踪。叶璇眼见对方没了法器，直接反攻位，手持青铜印便迎难而上。星令还想拿长枪抵挡，不过下一秒却连长枪都消失不见，被叶璇的青铜印结结实实的砸在脸上。眼见这架打得如此古怪，星令直接施展传送阵便逃回了妖族大殿。毕竟有命在，一切都好说，自己休养一天，明日再来取叶璇狗命。眼见星令已然撤走，叶璇双手一举看向远方，多谢壮士暗中相救，能不能出来相见？不过等了半天却没任何反应，只有远处一道粉光闪过，瞬间消失不见。小白眼见此件事了，一口气便扑向了黑虎的尸体，欲将妖丹给大快朵颐，不过却被叶璇捏住了脑袋，要小白将星令的弱点告知自己。随后趁着下一层入口还未打开之际，叶璇也是抓紧的修炼了起来。第二日的一早，星令如约而至，手持利斧便向叶璇劈去，而叶璇则掏出了小白本尊，一股莫名的液体飙射而出，痛得星令完全睁不开眼睛。原来就在昨日，小白告诉叶璇自己的尿液对妖族乃是强酸，所以才有了今日之举。接着叶璇抛开小白，拿出板砖，打算趁你病我就要你命，不过却没想到直接被混天绫给捆成了粽子。叶璇的胸口遭受了狠狠的一击，整个人跪倒在了血泊之中。八姐一个瞬移就出现在身边，叶璇，你不能死。叶璇老色批又开始占八姐便宜了，只因不知道是何方高手相助，叶璇索性卖了个破绽给巡查使者，假装自己不敌身受重伤。一边的八姐看在眼里，焦急万分，急匆匆的便跑出想看看叶璇伤势，谁料叶璇伤势全无，胸口只有一块硬邦邦的镜子。反观巡查使却血流不止，在一边痛苦嘶吼。八姐顿时明白自己动机，挥舞小拳拳便要捶叶璇胸口，却被叶璇反手搂入了怀中。一番甜言蜜语之下，八姐也是讲出了实情，原来乃是大姐担心叶璇在塔内会遇见危机，随即便派了老七老八在身后暗中相助。见到七姐现身，刚刚还甜蜜蜜的二人犹如小学生般分开。七姐端木符乃是剑仙宗第一神秘刺客，自己被他看了这么一眼，整个人连带灵魂都冻得邦邦硬。随后八姐问起了塔内的情况如何，七姐脸色阴沉，表示戒狱塔下方有魔血阵运转，侵蚀了戒狱塔原本的守护法阵，如果没人进入机关层加固，恐怕支撑不了多久。叶璇闻言大惊，魔血阵乃是血魔老祖独创阵法，看来这件事和那老贼绝对脱不了关系。不过相信只要我们三联手，保准杀他的屁滚尿流。谁料七姐八姐却一致反对，表示叶璇速度太慢，自己还是两人先去看看。七姐负责天罡36层，八姐和叶璇负责地煞72层。在送给叶璇一张传送玉简之后，叶璇二人也是分道扬镳而去。躲在一边的剑叟看到这一幕喃喃自语，自己想着这小子怎么敢孤身闯塔，原来有两个元婴期的仙子跟着，不过这些都和自己无关，就等着这小子一死好去搜刮那些奇珍美味了。此时星令的死讯传回了地煞大殿内，地煞层的妖皇扛起狼牙大棒，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何方神圣，竟敢闯我戒狱塔杀我巡回使。没想到五大三粗的地煞妖皇竟有个貌美如花的妖族女儿，见到妖皇即将出征，月清浅赶忙贴近父亲，撒娇的表示自己终日在塔内修炼，好不容易来了个外人，就让自己出去杀了他姐们吧。妖皇露出了为难之色，要知道巡查使折损在叶璇手上，万一自己的宝贝有个三长两短就不好说了。少女见到父亲露出迟迟不肯答应，随即转身做出生气之状，表示要是父亲不搭理自己，自己就不理他了。妖皇也只好无奈的答应，让月清浅自己去玩个痛快吧。少女闻言开心跳起，立即化作一道流光飞出了屋外。妖皇老脸一黑，喊出一名魅灵于暗中保护，毕竟是亲闺女，说不担心那是不可能的。而在和姐姐们分开之后，叶璇呼唤出灵儿出来收尸，不但赚到了3000点贡献之多，甚至就连神级选择系统也升为了3级。叶璇立刻便问起灵儿升级之后有没有宝贝可拿，毕竟戒狱塔内凶险万分，多个底牌多一条活路啊。灵儿立即唠了家常，虽然系统商城东西不错，但是自己还是建议叶璇先花一点贡献鉴定青铜大印，这东西一看就是个宝贝，被叶璇当板砖使用也实在是暴殄天物，并且只需要1000点贡献即可鉴定。叶璇想着灵儿说的也有道理，身边并无常物，先把唯一的法宝
给鉴定了吧，万一能助自己突破关卡岂不是大赚。想到这里叶璇只好答应了下来。灵儿收到贡献之后也不废话，立刻便开始了鉴定。不过随着能量的进入，灵儿突然发现了不对之处，随即身形都变大了几倍，无穷的灵力开始涌入青铜印中。叶璇见状也紧张了起来，大姐不用那么拼命赚钱吧，把自己老命搭进去可不值啊。灵儿气喘吁吁，那你以为我想啊，我刚刚探查才发现上面竟有九仙山广成子的上古禁制，半途停下我会被反噬的。随着周身的能量消散，青铜大印的鉴定终于结束了。此时青铜印的名称竟变成了翻天印，乃上古神器十分之一残片。此神器原本乃是整座不周山由广成子炼化成法印，后广成成子将此印授予徒弟殷郊，命其下山覆灭商朝，不料殷郊却助纣为虐，用翻天印残害天下百姓。最后广成子下山劝和，却被徒弟用此印打得魂飞魄散，而此物也分崩离析，残破碎片尽失三界，若能集齐残片可解锁更多神通。看到这里叶璇哈哈大笑，这东西居然还是上古神器，以后万一集齐，那这修真界自己还不是横着走啊。为了能买得起翻天印的修炼功法，叶璇连闯了数层地煞之塔，贡献值也来到了7000之多。本以为一本功法能有多贵，不过系统给出的价格却让少年目瞪口呆。无奈之下，叶璇竟直接给灵儿来了一个树洞，表示凭自己帅气的容颜赊个账应该没啥大问题吧。灵儿随即一个大逼斗便挥了回来，爱买不买，老娘是差这点钱的人吗？眼见美男计没能奏效，叶璇又心生一计，展开乞讨模式，想要以提前预知的手段来获得功法。灵儿思索了一番以后表示也不是不可以，但是翻天心经100张需1000万贡献，折合一张便要10万贡献，不过按照你的升级速度，10万贡献应该还是还得上的，就先把第一章给赊账给你。接过了心经第一章的叶璇立即开始领悟，刹那间天地法则犹如实体一般涌入了叶璇的肉体，一条金色的虚幻巨龙直冲翻天印而去。望着手上的大印由青铜色转为了纯金之色，叶璇一脸得意，翻天印初步成型，够这界玉塔内的妖魔鬼怪喝上一壶了。而在进入了第七层之后，叶璇发现里面竟空荡荡，没有一只妖怪，只有一阵优美的歌声回荡在塔内。不过在听到了歌声之后，整个人却迷迷糊糊的陷入到了失神的状态。不远处的树后，一只女妖小心翼翼地探出脑袋，观察许久之后才飞到了叶璇身边，用手指不停地戳着叶璇胸口。在确定眼前的人类确实毫无反应之后，女妖兴奋地回头呼喊众姐妹出来，很快一群女妖便纷纷地汇聚在叶璇身边，想要将其的灵魂化作美味啃食。不过就在此时，一只女妖竟发现叶璇的双目流出了泪水。要知道如果人类不开心的话，灵魂就会变苦，那样的话就会不好吃了，自己等人必须想办法让少年开心起来。于是女妖首领只好询问叶璇这辈子喜欢什么，只见叶璇在原地呆愣了片刻，竟从怀中掏出一叠照片，表示自己最喜欢看美女穿着这类衣服跳舞。上意之下，众女妖也只好变换出图片上的衣物，纷纷开始起了火辣热舞。此番此景看得叶璇瞬间竖起拇指，口中的鼻血不要钱似的往下流去。此时一女妖看到叶璇居然是清醒状态，直接大声呼喊了起来，姐妹们别跳了，我们被骗了。没想到叶璇这厮如此卑鄙，为了还债竟将所有女妖都捆绑起来，还美其名曰是抓来给灵儿打工使用。见状灵儿毫不客气地收下了几人，并大方地给叶璇扣了9万贡献之多。此时小白忽然从身后窜出，鼻子不停地在空中乱嗅，表示自己似乎闻到了祖龙黄骨的气息，而且就在下面一层。闻言叶璇立刻拔腿赶路，自己体会过黄骨带来的强横肉体，说不心动那是不可能的。匆忙赶路的叶璇一进入第八层便是无尽的沙漠，一道红色的身影从不远处笔直冲来，还未等叶璇看清楚是啥东西，便被飞速而过吃了满嘴黄沙。小白大声的嘶吼，快追上他，祖龙黄骨就在刚刚那只金翅大鹏身体里。叶璇拿出焚天剑御空，紧紧地咬在了大鹏的身后。金翅大鹏眼见自己无法摆脱飞剑，抬手便是一发火球袭去，不过在猛烈的爆炸之后，叶璇整个人却是消失的无影无踪。就在屌人还在疑惑之际，叶璇手持升级过的翻天印从身后杀到，一记板砖砸头便让屌人直接归西了。叶璇看着掉落的妖丹和黄骨喜出望外，这翻天板砖好用是好用，就是灵力消耗太快了点，怕是砸不了几下自己便要没有灵力。就在叶璇收起祖龙黄骨准备炼化之际，从远处的天空忽然降下一道攻击，幸亏自己的手臂有黄骨炼化，这才在一瞬间挡下来。随后叶璇眼前出现了个金发妖族少女，正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你这个人族修为那么稀烂，不过肉身强度却和我妖族相似，倒也是配与我一战。叶璇弹开压制着的金轮，心中懊恼万分，这还有完没完，正是炼化黄骨的关键时刻，怎么就来了个追兵，而且还是金丹巅峰，看样子就不是等闲之辈。灵儿此刻晃晃悠悠地出现在身边，神级选择随即触发，面对平生未有的劲敌，你的选择是磕头求饶，系统立刻将你传送出塔，亦或击退妖族公主，奖励任意情报一次。叶璇看着眼前的妖族少女，大脑飞速地开始运转。前面说话之时，妖族少女张口闭口都是人族妖族，看来是非常重视血统之人。那么36计空城计必有奇效。想到这里，叶璇缓缓地坐下。姑娘，请问怎么称呼？
没想到妖族公主居然是个傻白甜，明明叶璇已经毫无灵力，犹如待宰羔羊，可月清浅居然在此刻讲起了骑士精神，让叶璇回到全盛状态和他一战。叶璇强忍着心中喜悦，将头扭到一边，还有这等好事，感情这家伙是没经历过社会的毒打吧，应该是在戒狱塔内诞生，心思单纯，不知道人心险恶。就在叶璇满脑子坏心思之时，一道攻击从侧边随之而来，暗中保护公主的魅灵终于忍不住出手，一击为中电池建立于一边。叶璇心中暗自吐槽，咋又来一个美女，而且还是金丹期的。此时的魅灵双手握剑向公主请安，表示自己奉妖皇之命前来相助。月清浅司空见惯，自己那父亲就是不信任自己，算了，随他去吧。魅灵双手持剑，口中大喊：“卑鄙的人族，就让我来处决你吧！”此言一出，月清浅的脸色难看至极，整个人仿佛都快被点燃了。叶璇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缓缓起身询问魅灵为何对人类苦大仇深，难道是被人始乱终弃过？魅灵听闻此言，脱口而出，表示根本不可能，卑贱的人族怎么能和我们妖族相提并论？身后的月清浅在听到魅灵的话语之后，脸色更加的阴沉了，但看得出来还是在死死的克制自己。叶璇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对面这个小女子听到魅灵诋毁人族，瞬间变脸，再加上十分注重血统，难道她是个人妖混血？那这样的话就好办了，今天必须让她知道什么叫社会很单纯，复杂的是人。随后叶璇便搞事的询问魅灵，人族卑贱到底在哪里？魅灵果然脑子不够用了，脱口而出便大骂人族修为孱弱，品德败坏，都是一肚子的男当女唱之辈，无论任何方面都无法与我妖族平起平坐。当魅灵喊完这些话后，整个沙漠忽然之间寂静无声，只有远处的风沙在不停的滚动。月清浅的脸色阴沉的，仿佛如同暴风雨前的天空，让人不寒而栗。魅灵一个机灵转身跪下，公主，我说的不是您，自己咋就那么愚蠢，竟忘了公主母亲也是人类，刚才这番话不是连公主也一起骂尽了吗？都怪这个人类挑拨离间，自己这就去将他斩杀。不过就在魅灵的剑砍来之际，叶璇不动声色，双手环抱胸前，才知道下一秒就会有人帮他挡住这必杀一点。月清浅冷冷注视着魅灵，是人是妖又如何，只要实力强横，哪怕人妖混血，我亦能驰骋于天地之间，他的命今日由我来收。叶璇真不愧为嘴炮之王，三言两语就让妖族公主帮自己挡刀。不过随即月清浅便让叶璇说出一个理由，好让自己不杀叶璇。叶璇闻言立刻使出激将之法，表示自己刚刚打过一架灵力匮乏，堂堂妖族公主如要趁人之危，那自己也没有办法。月清浅脸色铁青，杀意横生，很好，我就没见过这么猖狂的炼气期，我给你休整的机会，到时候若三招之内不能解决，就放你一条生路。趁着叶璇开始打坐恢复，月清浅召唤出一整套桌椅，悠闲的开始明察。内灵还想开口相劝，月清浅却表示自己心意已决，再要多言就早点滚回父皇身边去。就在此时，叶璇忽然开口出声，表示自己修炼的灵石全用完了，要不公主殿下送佛送到西，提供点灵石给自己吧。月清浅无语至极，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自己宽仁大量给他时间修整，他居然还想我倒贴灵石。一边的魅灵早就忍不住了，拔剑便想和叶璇一较高下，叶璇将脸甩到一边，切，早知道妖族竟是些阴险之辈，还说要巅峰再战，没有灵石自己咋能恢复到巅峰。月清浅入世不深，哪里受得了叶璇这般激将，随手掏出100000灵石袋子便交与叶璇。然而叶璇这四境还不满足，口口声声说堂堂妖族公主居然只有100000灵石，看来妖族也不过如此。叶清浅人都要疯了，无耻人类，你真是得寸进尺啊！不过想到自己现在杀他圣之部，必须要让他死得心服口服，叶清浅还是掏出了另一袋500000灵石。叶璇看着面前堆积如小山般的灵石，都快笑得合不拢嘴了。等我恢复巅峰，立和姑娘激情大战几百回合。天罡36层入口之处，一只元婴巅峰妖龙正在巡视四周，幸亏七姐的隐身之术比较厉害，竟不声不响地溜了进去，随后急匆匆地向着前方出发。而在地煞45层，八姐正面对一只骸骨之王大打出手，两人的心里都是同一个念头，赶快修复机关拯救剑仙宗于水火之中。叶璇在吸收了黄骨和如山般的灵石后，肉身竟达到了元婴之境，并且自己的丹田也开始有保障之感了，想必突破炼气指日可待。月清浅看着站起身的叶璇，战意满满，一边的魅灵还想让公主当心点，哪知月清浅毫不在意，金丹对炼气有啥可以怕的？就在月清浅准备出招之时，叶璇居然又来幺蛾子了，表示既然是碾压之局，自己还想提几个条件，如果自己接下三招不死，那么以后妖皇手下人不可再来骚扰，而且接下三招后每多接一招不死，妖皇便要容我多闯荡一层，还有如果三招一过，自己随时有叫停的权利。闻言月清浅毫不废话，手中月华轮飞出，就这么定了，小贼受死吧。没想到月清浅竟如此难缠，飞出月华轮的瞬间便一分为九，从各个角度飞速冲向叶璇。叶璇连连躲闪，却根本无济于事，背后被一记飞轮狠狠砸中，整个人瞬间便瘫软在了地上。魅灵双手一掬，表示公主威武，刚才确实是自己多虑了，还望公主不要见怪。就在二人交谈之际，叶璇嘴角带血，竟从沙地之上爬了起来。妖族公主果然有点东西，要不是自己肉体修炼到了元婴之境，还真的就要嗝屁了。月清浅眼见叶璇爬起，毫无保留的就继续扔出飞轮，却被叶璇直接抓住了空档，一个弯腰便将
飞轮闪过，紧接着就是一个加速，死死地抱住了月清浅喵之。从未接触过异性的小妞脸色绯红，混蛋你干什么，快放开我。叶璇嘿嘿一笑，你只说三招取我性命，可没说过我不能反击啊。闻言月清浅恼羞成怒，直接玉掌抬起，一道蕴含着无穷威力的掌法随之拍出，将叶璇整个人都拍入了大地之中。看着倒地不起的对方，月清浅和魅灵只以为此事已完，二人转身便要离开。不过就在此时，一道声音传入了两人的耳中，着急走什么呀，我还没死呢。看到此情此景，魅灵感到简直不可思议，叶璇这身体到底是什么做的，哪怕自己是金丹巅峰也不可能在公主奋力一击下全身而退。叶璇也不管不顾，大手指着月清浅便说三招已过，自己是不是就算赢了。月清浅眉头微皱，言明算是叶璇赢了，自己定会遵守承诺在第十层等他。不过叶璇这次却表示事还没完，自己还要继续挑战。月清浅闻言真的怒了，明明叶璇就有反击余地，却一直在扮猪吃老虎，这样的话自己也要全力以赴了。只见月清浅单手掐诀，口中念动莫名的法诀，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华浓月华净。嗨，刹那间叶璇便来到了一处幻境之中，周围空荡荡的，只有一轮圆月悬挂高空。尼玛，还让不让人玩了，这不是传说中的境意吗？这丫头金丹期就能悟出，实在是太过逆天点了吧。此女若为我人族所有，那前途真的不可限量啊。此时的月清浅高高坐于月华轮之上，面色不善地看向叶璇，人类你准备好受死了吗？叶璇双手举起，脸带笑意，当然准备好了，我决定认输。这番操作立马让月清浅呆愣在了原地。魅灵双手持剑砍来，小子你居然耍诈，公主招式都被你看光了，你却突然认输。下一刻月清浅降落地面，够了，我妖族信受承诺，我会在第十层等你，到时候一定取你狗命。眼见公主都如此说了，魅灵也只好无奈地跟随公主返回。而在刚才金翅大鹏的窝内，叶璇也发现了无数天才地宝，不仅有着修炼能用的一气三清丹，居然还有一本极品轻身功法北冥鲲跑，自己的力量体力啥的都没问题，就差速度不够了，这本功法简直来的正是时候。而在血海之地，血魔老祖不停地吸收新鲜养料，戒玉塔的状况岌岌可危，大姐持剑立于塔顶护法，但是眼中却落下了一滴清泪。叶璇你一定要保重啊，若你身死，我必杀塔内千万妖魔为你陪葬。三花聚顶本是幻，脚下腾云亦作真。就在叶璇服下了一气三清丹之后，全身传来了撕裂般的疼痛，不过眼睛一睁一闭之时，仿佛看到了一朵金色的花朵含苞待放。看着天空中散落的异象，灵儿感觉不可思议，没想到这小子居然真的能三花聚顶。而在地煞妖皇的大殿之内，魅灵正在汇报刚才所发生的一切，当听到清浅对于叶璇的作为颇为不同，怕是动了凡心之时，妖皇顿时便瞪大了双眼，整个人烦躁的来回走动。思索片刻之后，便让魅灵盯紧公主，卑鄙的人族竟敢泡我女儿，看我不将她碎尸万段。而就在此时，天空中飘落了无数花瓣的异象，妖皇惊讶抬头，没想到戒玉塔内还能引发天地异象，该不会是那个溜进来的可恶小子吧。而在沙漠中的叶璇瘫软在地，自己的修为境界虽然没变，但是自己的丹田扩大了几十倍，灵气积累更加深厚，翻天印的催动终于可以打个不停了。随着大地开始抖动，叶璇明白戒玉塔的崩坏还在持续当中，自己当务之急还是要赶快修理机关。来到第九层的叶璇看着残破的机关感慨不已，想必这就是戒玉塔倒塌的原因，大型机关都需要稀有灵石才能运行，而如果有备用灵石仓库的话，那一定就在附近。就当叶璇准备走进一座貌似仓库的房子时，身后忽然袭来了几道劲气，竟然是三只人形大妖来袭。不过就在一瞬间，叶璇整个人消失不见，三只妖怪一个也没杀住，直接一股脑就撞在了一起。叶璇乘坐着翻天大印，笑眯眯地看着几只大妖，我说咋没有守兵，原来全在第九层准备伏击我。眼见其中一只鸟人挥翅便要杀来，叶璇将手中把翻天印狠狠摔出，不过却被鸟人一个闪身便躲了过去。谁料翻天印的目标竟然不是鸟人，而是地下的诗人和象人。竖立在半空的叶璇微微吃惊，不愧是第九层的妖王，被翻天印全力一轰竟毫发无伤。不过幸好我练了彭坤北冥功法，那就先拿这只鸟人开刀吧。叶璇龙象功全力以赴，狠狠一拳直冲鸟人而去。不等鸟人有任何反应，整片天空就下起了一阵血雨，被压在翻天印下诗人和象人悲痛万分，刚刚挣扎着爬起便向叶璇直扑而来，不过还是被翻天印给砸得形神俱灭。象人眼见形势不妙，二话不说撒腿便跑，不过却被叶璇一个闪身拦住了去路。还未等叶璇有所表示，象人扑通一声便跪倒在地，爷爷不要杀我，您大爷不是需要稀有灵石吗？我可以大量献上，只求放我一条生路。叶璇笑眯眯地看着手上的灵石，正准备说些什么，象人便被人从身后给一刀两断，稀有灵石也落入了那人的手中。仔细看去，竟是魅灵手持宝剑遥指叶璇，小贼又见面了，公主不在，我看你拿什么保命，只需要一个爱的抱抱便能让敌人投怀送抱，难道这就是天道灵根的威力吗？此时的魅灵正笑眯眯地看着叶璇，小贼你骗得了月公主却骗不了我，今日无论如何我必取你向上人头。叶璇默然地注视着魅灵，自己最怕的就是这种莽夫，一言不合上来就干，没办法那就只能避开要害吧。随着血光四处飞溅，本该刺向心脏的宝剑却向左偏移了几分，魅灵一时间有点诧异，一天不见这小贼的修为居然又精进了，不过没有关系，自己马上便会将他击杀。一声人图喊出，无数的鬼魅从魅灵的剑上蜂拥而出。叶璇痛不欲生，刚刚大战三妖灵力本就不多，现在只能再催动一次翻天印了，千万不能有失。想到这里，叶璇猛地看向魅灵身后，口中念念有词，月清浅
终于来了。魅灵闻言果然中计，急忙扭头看向身后，不过就在此时叶璇却瞬间上前，将魅灵整个人搂得结结实实。魅灵老脸一红，嘴上说着去死，手掌直直的向叶璇天灵骨劈去。不过就在此时异变突生，一股酥麻的感觉自丹田之处迸发而出，魅灵的双眼冒出了爱的星星。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叶璇看着魅灵的反应很是满意，看来这就是天道灵根的威力，现在配上九牧玄阳功更胜一层。趁着魅灵还没从刚才的感觉中反应过来，叶璇赶紧召唤青铜大印将其镇压。缓过神来之后，叶璇居然还有心思调戏魅灵，竟夸赞她虽不如清浅漂亮，但是也颇有风情，真的杀了也怪可惜的。魅灵听闻之后怒不可遏，心中却生出了一道美人计划。于是魅灵也是瞬间变脸，对叶璇露出了一副百依百顺的样子，并言明叶璇以后就是自己的主人了。只因魅魔一族只崇拜强者，无论哪个种族只要能击败自己，就能让我们认主。闻言叶璇满脸笑意，你真的愿意认我为主？魅灵小脸娇羞，愿意，我魅奴愿意认你为主。叶璇见状直接一滴精血滴在了魅灵的额头。此时的魅灵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觉得意识之间一阵恍惚。主人，您刚刚做了什么？叶璇收回青铜大印，没什么，只是完成财产过户的一个手续而已。原来叶璇早就知道魅灵是假意臣服，不过却刚好可以将计就计，因为早在一天之前叶璇就从灵儿这里买下了魅魔专属的认主契约。当然成功签订契约的条件也比较苛刻，第一必须叶璇亲自击败魅灵，第二必须让他主动承认叶璇是自己主人，第三就是用精血给他留下烙印，这样魅魔的认主仪式就算完成了。而此时的魅灵傻傻地坐在地上，看向叶璇的眼中满是爱意。主人，我魅灵愿意为你献上我的一切。叶璇老色批降服魅灵的第一件事，居然就是让他将自己的衣服解开。就在刚刚，魅灵整个人都清醒了过来，自己刚刚怎么就和这小贼签订了契约？但是只要杀了他，那契约就会结束了吧？不过现实就是那么残酷，叶璇只是轻轻的一声趴下，魅灵整个人便直接被一股力量压倒在地。不肯服输的少女挣扎起身，叶璇只喊了一声退，魅灵整个人便被轰飞了数十米远，不屈的泪水至少女眼中滑落。既然这样的话，我宁可去死。不过随即丢来的石子便弹飞了魅灵的宝剑。叶璇缓缓走到魅灵跟前，可知当年你魔族为何要创造这认主起契约，就是因为怕后辈不肯断尾求生保一族长存，怎么轮到你这里就受不得委屈了吗？魅灵闻言心中百味杂陈，想当初自己天赋异禀，就连妖皇大人都想签订契约，长大以后更是刻苦修炼成为魅魔年轻一族的最强者，要的就是将来能不被契约所束缚，做一个真正自由的自己。叶璇闻言收回魅灵的飞剑，很好，请记住你的野心，等将来某一日你突破化神那天，或许便能强大到足以杀死我。魅灵痴痴地看向叶璇，难道你就不怕真的有那有一天吗？叶璇豪气如云，那又如何？如果真的能被自己契约的女奴杀死，那么就是我不够强。魅灵看着自信的少年心思泛滥，也许跟着这么一个主人也算不错吧。不过接下来得到话却让魅灵大吃一惊，叶璇居然命令自己将上衣口子解开。收到了命令的魅灵无法反抗，果然是下流无耻的人类男，一有机会就满脑子龌龊的思想。结果叶璇竟嫌魅灵动作太慢，直接上前用剑柄将魅灵上衣拉开，而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拿到刚刚掉出的稀有灵石。随后叶璇走到残破机关面前，将灵石稳稳地镶嵌于阵法之中，下一秒整个机关便重新开始运作了起来。就在此时，叶璇胸前的翻天印蠢蠢欲动，竟不管不顾的直接飞了出来，在吸收了机关附近流露出的能量之后才重新飞回叶璇手中。虽然体积没有变化，但是至少多了万斤之重，并且在金龙的身上还多出了三片龙鳞。难道翻天印的变化竟与戒玉塔禁制有关？那样的话自己真的要好好探索一番。在这个充满了灵力的世界，到处都是能使用法术的人类，就连一抛屎都可能蕴含着无穷的灵力，五岁小孩随手扔出的皮球都能置人死地。而此时一座缥缈山峰的擂台之上，一个男人正挥舞着铁拳将对手击飞，裁判高声宣布擂主获得11连胜。远处山峰一男子盘腿而坐，身边的老爷爷魂体看向远方，小家伙，你准备好了吗？少年睁开闭住的双眼，玄老，多谢你助我突破，是时候让那么看不起我的人知道后悔了。此时的裁判也注意到了远处山峰飞来的少年，众弟子都大惊失色，就连长老也感到意外。要知道山峰之间相隔数里，外门之中竟有如此能耐弟子。一声巨响，少年带着无尽的压迫之感落地，严家严霄前来挑战。裁判随即介绍齐了严霄的来历，8岁突破断体，11岁达到炼气，最后却连续倒退3年境界，被家族冷落，未婚妻退婚。身后一光头男子哈哈大笑，如此废物也敢上台，随即大手一张便想拎住对方。然而少年的弟子不上无风自然，一股强大的灵力将光头震出场外。长老一阵感叹，居然是炼气境9层，要知道普通人突破到断体都要10余年，这严霄小小年纪居然修炼到这般地步，前途不可限量啊。此时的严霄缓步走向擂台中央，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严霄就是要向大家证明当初的那个我回来了。看着少年手中红蓝两色的火焰，裁判在场外大惊失色，从未有见过这等功法，不知到底有何威力。而随着严霄手中的火焰缓缓融合，毁天裂地的能量慢慢的散发出来，刚才还看上去游刃有余的长老也坐不住，这小子是想毁了擂台吗？不会使出什么佛怒大莲的招式吧？就在此时，严霄大喝一声，看招吧，
一边的长老闻言似乎想到什么，年轻人，话可以乱说，招式名不能乱起啊。然而威力如此强大的灭击，对面的少年却仿佛才反应过来一般，樱桃小嘴微微张开，只是一个喷嚏便将攻击给吹得烟消云散。随后更是一个瞬移来到岩霄的面前，只是一拳便将他轰出擂台。裁判立即宣布了少年的胜利，并在手机之上查到了少年的信息。庄十三，年龄不详，法术不详，本届擂台赛最大黑马。所有对手只用一拳。没错，我就是庄十三，是个天生就无灵力的废材。潜意识由于身体太过脆弱。 打个喷嚏就会断两根肋骨，最终在一场地震中不幸穿越。本以为这一世出生名门会好很多，谁料却被大伯告知身体之内毫无灵根。要知道新世界又称作神州大陆，在这里就连打杂种地也至少是断体修为。而自己的侄子庄十三没有灵根，严格的说起来就连一坨屎都不如。为了能让我觉醒灵根，父亲不但每天都给我泡药浴，灵丹妙药更是层出不穷。而我听的最多的话便是母亲让我不要外出的叮嘱，毕竟孩子间的小打小闹对于我来说都是致命伤害。于是家中的院落便是我从小到大的活动场所。不过就在今日，大宅之外传来了 一阵嬉闹之声，竟是几个年龄相仿的少年正在玩球，羡慕不已的我当即下楼便要一起。而在我眼中，那缓缓飞进的皮球好像也没啥要紧的，不过下一秒我便知道错的离谱，巨大的冲击力直接将我整个人都嵌入了墙中，少年们目瞪口呆，啥时候自己变得那么牛逼了？随即便哭喊着逃离了开去，嘴上念念有词：“救命啊，有人被球砸死了！” 没想到地煞群妖里竟有精通卜算之人，眼睛一睁，一闭之间便算出了叶璇全部事情，知晓了魅灵背叛的秘密之后，地煞妖皇却陷入了沉思之中。小魅灵和女儿清浅是一同长大之人，没有血缘却胜似姐妹，自己究竟该如何是好？ 就在刚刚，叶璇修复机关之后便要离开，却被魅灵一把抓住小手，自己已经陷入了这个小贼的魔爪，怎么还能拖累公主呢？为了不让二人在第十层碰面，魅灵心生一计，找来了一条通往十一层的捷径。叶璇反说自己这边暂时不要人手，让魅灵先去公主身边潜伏，到时候自己期待她的表现。魅灵明知自己无法反抗主人，却还是一脸气愤地将叶璇推进了捷径之内。而在妖族大殿之内，地煞妖皇正在宣布一个月内塔内禁止即将消失，我们妖族终于要重获自由了。就在此时，大殿之内却剧烈地抖动了起来。 一只猪妖立刻开始恭维，表示妖皇英明，说禁制破碎就破碎，好日子马上就要到了，谁料马屁却拍在了马腿之上。妖皇黑着一张老脸，缓缓站起，蠢货，这根本不是借玉塔崩溃的征兆，而是某一层的机关被修复了。众小妖面面相觑，那该怎么办？不会就此出不去了吧？妖皇扭头看向众妖，此事关乎我妖族千年大计，殿青离何在？妖群之中缓缓走出一女子，陛下。 换我何事？妖皇注视女子，你乃是妖族神算，给我卜算一下究竟发生了何事。闻言，燕青离从身上掏出一枚千年龟壳，随即整个人悬浮在半空之中，空中传来一阵阵高声晦涩的咒语。片刻之后，燕青离猛地睁开双眼，表示自己已经查明了真相。原来乃是第九层机关被那人类小子修复，守卫那边的三大妖王已经全部阵亡，并且自己还得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月公主的心腹魅灵已然叛变，此刻已经投靠了小贼，成为内奸。万一以后威胁到陛下和公主安危，还不如线下手铲除为妙。谁料这番话却引来了妖皇的怒火。 一把掐住燕青离的脖子，狠狠地拎了起来。你这毒妇！魅灵和清浅乃是我看着长大的，绝非你这种小人可以污蔑的。休想在我这里借刀杀人！不过就在此时，一声妖皇忽然传入了耳中。大殿之中出现了一道传送阵法，来人正是天罡妖皇彪炳。一出来就责怪弟弟办事不力。当初自己连杀三头天罡妖王才扶持上位，可如今就连一个小小炼气人类都无可奈何。一边的燕青离眼见机会到来，随即窜出表示自己愿效，犬马之劳。天罡皇立马表示同意，毕竟听说二人早有摩擦，如今派对手前去刚好。地煞皇星 中咯噔一下，这样的话，魅灵岂不是死定了？大殿之外的一座凉亭之内，月清浅正在懊悔自己被叶璇钻了空子之事，回头却发现魅灵满怀心思的站在背后，想到了什么的清浅忽然质问魅灵，是不是违反自己的命令去杀叶璇了？满心委屈的魅灵当场跪倒在地哭了。月清浅一看慌了，这是怎么了呀？难道是打架打输了？魅灵却完全说不出口是咋回事，自己不仅输了阵，就连人也赔进去了，哭哭啼啼之中，魅灵还想劝说公主不追杀叶璇，不料却被自以为是的公主会错了意。我明白了，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如果魅灵的内奸身份暴露，那么曾经的妖族姐妹花又该何去何从？是不计前嫌放对方一马，还是为了自己的使命兵刃相见？就在魅灵表示不想追杀叶璇之后，月清浅竟误以为魅灵乃是爱上了对方。不过在其声明不是以后，却又以为是被叶璇打败魅灵的面子上挂不住。如此瞎猜弄的魅灵，整个人无言至极。就在此时，整个妖族大地开始抖动起来。月清浅双目怒睁，此乃第十一层入口机关被触发的动静。可是那个小贼都还未到第十层，究竟是怎么绕过去的？而且借玉塔内唯一的暗道，只有我妖塔皇族才知道。所以我们之中必有内奸。魅灵心中一万个尼玛跑过，内奸两字犹如沉重大山压于头顶，还未等他有所反应，便被清浅一把拉起小手狂奔。而在通往第十二层的路口，一只猫妖和鹰妖正在嬉
中。叶璇感知了气息之后微微一笑，原来是他们两人来了。果然岳清浅一马当先，手指叶璇便破口大骂，小贼我还真是小看你了，没想到你能打败魅灵，还启动了一个修复禁制。闻言魅灵暗自吐槽，哪里只是打败而已，整个人都输进去了好不好。叶清浅左手握住月华轮，口中法术急速催动，小贼去死吧。叶璇施展彭坤法堪堪躲过，这小妞上来就下狠手，看来是把我当作劲敌对待了，不过自己又不是软柿子，哪里有那么容易被他拿捏。月清浅见状越加气愤，上次见他可没有那么强大的身法，这小子果然在藏错，随即便呼喊魅灵一起镇压叶璇。魅灵不假思索拔刀便砍向少年，叶璇嘿嘿一笑，一个侧身便躲过了魅灵的长剑。魅奴你这是要事主吗？闻言月清浅呆愣在一边，魅奴又是什么意思？不过随后反应过来的他只认为叶璇乃是虎人，便和魅灵一上一下封住所有走位。就在此时叶璇又喊出了那声魅奴，现在动手吧。只见月清浅必杀的一击竟被魅灵挡住，少女整个人都呆愣原地。魅灵，我是清浅啊，你到底怎么了？没想到昔日姐妹花竟真的兵刃相见，魅灵死死地按住手中利刃，公主快走，我真的控制不了我自己啊。月清浅闻言顿时明白，肯定是叶璇用了什么手段将魅灵给控制了。不过就在此时边上传来了一阵银铃般的笑声，随即一根紫色藤蔓猛地窜出，将魅灵死死地捆住。只见一个身材妖娆的女子出现，正是神算子燕青离，一出手便是妖皇枷锁。见此锁者犹如妖皇青灵，月清浅看到此物便知肯定是燕青离在自己父皇面前搬弄是非，要不也不会降下此物。就在此时燕青离露出了阴险笑容，表示奉天罡妖皇之命将原地诛杀魅灵。月清浅大吃一惊，事情都还没搞清楚，自己绝不可能将魅灵交出，就算天罡妖皇亲至，自己也必须讨要的说法。不过就在刹那之间，月清浅头上忽然多出了一张灵力交织之网，整个人结结实实的就被捆了起来，被莫名的力量往天空之上拉去。魅灵跪坐于地心如死灰，原来真的是天罡妖皇要置我死地，就连地煞皇也无法保护我了。燕青离在一边阴冷笑道，小魅灵现在没人救你了，你可知道我为什么要和你过不去吗？因为在你身上有我突破之物啊。世间魅灵你是唯一敌传，拥有最纯粹的魅魔之血，而我恰恰有一种祭炼秘法，用你的血能让我突破化神修为，到时候我便可成为妖族的真正掌控者。现在你就来成为我成神路上的垫脚石吧。在身为主人的叶璇丝毫不为所动，看着出现的提示面板笑意盎然，很抱歉打搅你的职业规划，不过你的计划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这个魅灵它是我的。珍宝项圈的效用竟如此强大，魅灵仅仅戴上便拥有了金丹巅峰的强大实力，而就在刚刚他还只是燕青离的阶下之囚，就连地煞妖皇也无法保全自己，最终还是靠叶璇施展彭坤法上来强行抢夺。看着自己的小奴被刚才的禁气所伤，叶璇心疼地抚摸着魅灵的脸颊。魅灵老脸一红，没想到在绝境时刻唯一关心过问我的居然是他。此时的燕青离可管不了眼前的主仆情深，先是狠狠地甩向叶璇，不过却被叶璇凭借彭坤法急速躲开。久攻不下，燕青离也是烦躁不已，自己虽是金丹下品，但是对付个炼气的也如此麻烦，传出去都有损自己威严。随后手中长鞭直接一分为二，化作两条巨蛇狠狠扑向叶璇。魅灵在边上连忙出言提醒，此物名叫八蛇，乃是金丹中期，双强联手堪比元婴。叶璇闻言一笑，宠物谁家没有，小白出来给他凶一个。谁料召唤出来的小白竟在呼呼大睡，不管叶璇如何甩动呼喊都无济于事。此番场景笑的燕青离人都快疯了，一只蠢猫也敢拿出来嘚瑟。八蛇给我拖了他们。叶璇恼羞成怒，装睡就不用干活了吗？随后就不管小白死活，直接将其扔进八蛇嘴中。燕青离更是笑疯，整个人都瘫软在了地上。魅灵也垂下了自己的脑袋，看来这个不靠谱的小贼终究还是不行啊。就在此时异变突生，八蛇竟开始疯狂的扭动起来，最后竟不管不顾的开始攻击起了自己的主人。燕青离不停的躲闪，混蛋小贼，你到底对八蛇做了什么？叶璇嘿嘿笑道，紧张啥呀，只不过是灵宠之间的小小交锋而已。被八蛇逼得手忙脚乱的燕青离一阵火大，没用的家伙竟然被人控制了，不能再留了。说罢手起刀落，将八蛇一分为二。看着如此凶残的女子，叶璇心中压力顿生，扭头看向魅灵，便欲将枷锁打开，不料身后却传来了燕青离阴冷笑声，这个枷锁只有我才有钥匙打开，而且我藏钥匙的地方你根本就找不到。话音未落，神算子便发现自己的钥匙已经消失不见，而叶璇则是提着湿漉漉的小白，嘴上叼着的正是那一串消失的钥匙。随后叶璇便打开了魅灵的枷锁，并获得了奖励仙宝项圈一枚，戴上之后感觉灵力铺天盖地而来，整个人也突破到了金丹巅峰。燕青离，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没想到神级系统居然如此恶趣味，女仆护士装啥的应有尽有。就在魅灵戴上仙宝项圈之后，整个人的修为瞬间便提升到了金丹上品。燕青离咬牙切齿地看向对面，一刻钟前自己带着令牌法宝缉拿叶璇，魅灵强势逼走月清浅，那是何等的风光，现在却被算计到了绝对劣势，这人生的大起大落未免也快了点吧。此时魅灵手举三尺清风冲出，叶璇则是在一边观看系统面板，竟意外发现神级选择系统里无数新衣可对自己的收服的女奴使用，邪恶真是太邪恶了，不过我好喜欢啊。随着手指轻轻的点
眼下，正在战斗中的魅灵身上忽然就出现了一套护士服。老色批叶璇欣喜不已，果然可行，那傻女仆装蜘蛛服都来上一套。魅灵不满地看着一边观战的叶璇，不知为何那家伙的表情如此猥琐，难道我打架的样子很奇怪吗？不管了，眼前这个毒妇才是我要复仇的对手，今日必须了结了她。燕青离眼看魅灵高举长剑欲取她性命，高声怒骂魅灵叛主求荣，此言一出竟让魅灵呆愣在了原地，不料却被燕青离抓住机会割破了小腿，并大声嘲讽魅灵不知羞耻，竟叫一个人类男子为主人，趁其羞愤之际跳起便欲反杀。叶璇在边上看得无话可说，这小女奴虽然实力还可以，但是这心性嘛，实在还有待提高啊。于是叶璇直接开喷，竟说燕青离乃是破血跪舔妖王才舔到金丹，气得神算子步步的追杀魅灵，提剑便向叶璇这边杀来，不料却被魅灵抓住破绽，反手一剑就将燕青离捅了个透心凉。而叶璇也趁机掏出翻天印直接砸下，本以为战事已了，不过魅灵却说妖婆有个本命法宝，没那么容易死去。果然燕青离高举千年龟壳，硬生生的将翻天印顶起，随后一个转身就欲逃离。叶璇见状运动蓬坤法赶到前方，谁料燕青离竟忽然加速，直接将少年一爪洞穿，一脚踢落之后还不忘记补上两道凌厉的爪击，至此男主陨落。本书完。玄老色批哪能那么容易就挂了，只有燕青离在那里暗自高兴，扭头看向惊慌失措的魅灵，待我带着妖族大军回来，必要将你抽筋拔骨以泄心头之恨。说罢神算子扭头便走，不料头上竟出现巨大翻天印，一个黑影猛地从身后窜出，双手死死地将燕青离圈入怀中。燕青离大惊失色，叶璇你没死？怎么可能，我砍了那么多剑，那是我故意示弱而已，本人皮糙肉厚耐砍得很啊。就在二人对话之间，魅灵手持长剑急速冲来，叶璇一个蹬腿便将燕青离踹出，魅灵手起刀落便结束了神算子罪恶的一生，随后整个人身上的纹路也开始随之消散，面向叶璇轻轻地说了一句谢谢。老色批嘿嘿笑道，打架打得好辛苦，哎，要不给我捶捶背吧。魅灵立刻开始了殷勤的服务，还贴心地询问叶璇力度够不够，但是按摩了一会却发现不对，自己为何会如此听话。叶璇打了个哈哈，表示回报总要和付出成正比，项圈给予你庞大灵力，而我是你和项圈的主人，难道你自想获取不想付出吗？做人啊要学会感恩。魅灵听闻呆愣在原地，眼中的泪珠不由自主地冒了出来，属下拜见主人。随后魅灵又提出了一个不情之请，自己只能保护主人但不杀妖族，望主人成全。叶璇冒出一滴冷汗，你当你是关云长啊，投降之前还搞得降汉不降操，算了算了，毕竟你和这妖婆的最大区别就是中印，不过这千年龟壳到底有何用处，看来只能回去拿给八姐看看了。随着两人开始急速狂奔，藏在大石后的剑叟又再次出现，看来这小子要打到十八层了，我必须赶紧准备，可不能让他坏了我的大计。当妖皇性格暴烈动辄杀人，这会竟担心起了月清浅的安全，也不知道葫芦里埋的什么药。就在刚刚，被天罗地网抓回的月清浅和父亲发生了争吵，明明是自己办事不力铸下大错，怎么就连累到了魅灵的身上。地煞皇狠狠将酒杯砸向桌面，别再说了，魅灵是你大伯下令处死的，我也无法反对，自己能拼死保住你已经是为父的极限了。月清浅不可思议，大伯竟会如此不通情理。妖皇长叹一口大气，女儿你有所不知啊，这些年来你大伯简直换了一个人，性格暴烈动辄杀人，天罡层的尸骨都已堆积如山了，虽然他还是彪炳，但是却已经不是我认识的大哥了。月清浅还想据理力争，却被父亲的一声住口直接打断，表示不许再提人族小肥和魅灵之事。而月清浅从现在开始就禁足在此，不许出门。不过刚走出大门，便有小妖来报，天罡妖皇正在大殿之上等他。一进门便听闻了燕青离的死讯，地煞妖皇直接跪倒在地。人族小贼就成长如此之快，自己此次必将亲自出马镇压。天罡皇轻轻的嗯了一声，随后表示自己多年未见月儿，甚是想念，最近将有大变，命令镖皇将月儿送至自己身边，自己会派大将阴招前来接他。说完神念便化作一溜烟消散于天地。彪炳一边叫手下喊来公主，一边脑海不停思索，大哥多年来越发暴虐，从未过问月儿一句，此次突然要月儿过去，这背后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可是大哥的命令又无法违抗，自己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又该如何是好呢？就在此时，月清浅急匆匆地来到了大殿之上，彪炳也不废话，拉过女儿就是一阵耳语，随后更是一把就将女儿推出。大哥手下很快就到，你现在就走，并在最后嘱咐一定要隐藏好自己，没有信号绝对不许出来。片刻钟后，大殿忽然出来一阵喧哗，竟是月清浅出逃的消息传出，地煞皇立刻发动所有人手前去追寻，而此时的月清浅也趁机混入了妖群之中。远处的天空一道流星闪过，正是天罡妖皇大将阴招前来，不过却得到了月清浅的出逃消息，而地煞皇也是准备亲自去会会叶璇，闻言阴招也只好一同前往。妖皇心里一阵开心，拉上他对付那小子，正好让清浅跑了远些，一举两得呀。族工兵千千万，美杜莎娘占一半。就在叶璇带着魅灵来到第十八层以后，竟发现本该镇守在此的妖族毫无踪影，而耳边则传来一声清澈的弓弦之声。叶璇抱起魅灵疯狂逃窜，谁料又有两只利剑如夫骨之躯般跟来。叶璇一个闪身高高跃起，却正好中了暗中射箭之人的布局，最后一支箭不偏不倚地射在空中叶璇的大腿，幸好还有余力的他施展蓬坤法躲到了墙后。不过眼前的情形完全不容乐观，腿上的利剑虽然没有伤及根本，但是箭矢顶端却含有剧毒，眨眼之间便扩散了开来。魅灵随即表示这次
层妖王乃是蛇族纯鱼，最擅长伪装毒药和攻术，而且这18层恐怕都被他挖的都是隧道，自己二人绝对抓不到他。就在叶璇一筹莫展之际，神级选择竟意外的出现了。危险预警，你必须在一炷香时间内击败纯鱼玉，否则将迎来妖族的强大援军。 A 派遣魅灵诱敌，他每中一箭实力下降一分，而你可保全自己。 B 主人身先士卒，魅灵对你无勇评价将提升，好感提升，但你有可能受到致命伤甚至死亡。奖励一条戒狱塔绝密线索。见到如此，叶璇毫不犹豫选择了 B， 并对魅灵装杯的表示自己身为主人必须身先士卒，如果自己死了那么契约作废，他只需好好活着即可。此言一出，魅灵好感度直接飙升。而谁也不知道的叶璇所想的是，这群女人一个天天叫我冒险，一个天天崇拜我拼命，早晚都要死在他们手里。随着叶璇的露面，无数的飞剑也是蜂拥而至，猝不及防之下，叶璇的腹部便中了一箭，强大的力道将他死死地钉在了墙上，更多的箭矢随后而到，将叶璇四肢牢牢定住。不远处一张大弓之上正在瞄准，小子去死吧。看着飞速射来的箭矢，叶璇猛地睁开了双眼大吼，纯鱼玉，你想不想成为妖皇？我身上有能让你成为妖皇的宝贝。就在叶璇身数剑命悬一线的时候，他终于说出了祖龙皇骨的秘密。闻言纯鱼燕赶紧将空中的箭矢停住，身为蛇族，纯鱼燕自然知道龙骨可成就妖王不朽之身，不过叶璇随后的提议却让他犯了难，两人必须公平决斗，不然叶璇便要自爆龙骨。闻言纯鱼燕也终于从暗处缓缓爬出，等待叶璇将魅灵遣走之后，便飞速地窜到了叶璇身边，用鼻子不停地嗅着味道，果然乃是真龙之气，灵根还无比强大，要不是妖皇下令，奴家还真不想弄死公子呢。随后纯鱼燕将叶璇身上箭矢一根根拔下，遵守约定开始决斗。叶璇发动蓬昆法进行猛攻，却不料蛇女的身法更加敏捷，一个闪身之后便拉开长弓，五支利剑死死地对准了叶璇。无奈之下，叶璇也只能选择硬扛，用手臂护住胸前要害。纯鱼燕一阵冷笑，既然没死，那就再来五剑。最终叶璇还是身中数剑倒地不起，不过蛇妖却是异常谨慎，紧接着又补了数剑出去。在确认叶璇没有丝毫反应之后，拔出小刀便欲收割龙骨。就在刀锋刺向叶璇面部的最后一刻，叶璇的双眼猛然睁开，左手死死地按住蛇女的手，右手拎起翻天印便往面门砸去。随后又是一脚将蛇女踹飞，翻天印随风而张，狠狠地轰击在纯鱼燕身上。叶璇嘿嘿一笑，等级果然够高，翻天印都砸不死你，不过没关系，魅灵斩首。眼见自己就要性命不保，纯鱼燕赶忙心急火燎地开始求饶，表示自己知道18层的灵石被剑锁拿走，还望公子能饶自己一命，自己定能让公子愉悦一番。没料叶璇还未发话，魅灵直接不爽，一刀便将蛇女大好头颅斩下。叶璇端坐一边开始解读，一边开始思索后续之事，现在才第18层就要以命相搏，那后面的妖王该如何应对？不过现在的当务之急还是先找到剑锁要紧。想到这里，叶璇从怀中掏出一物，剑锁，开饭了。仙宗门一代剑锁竟为了跟朱提就出卖了自己。就在叶璇从怀中掏出朱提的瞬间，远处忽然就飞来一道人影，简简单单的一个翻身便将朱提含入口中。魅灵大吃一惊，还真的是剑锁本人前来，不过这啃食的样子却有是高手风范。用餐完毕的剑锁长叹了口气，还是香辣味的好吃啊。魅灵见状连忙上前，没想到老先生还和我家先生相熟，话音未落就被直接打断，直言魅灵遇人不淑，明珠暗透，尬的魅灵连话都答不上来。叶璇随即上去解围，表示找剑锁乃是为了寻找机关灵石。剑锁听闻大嘴一咧，自己确实小看了叶璇，没想到他竟能来到第18层，不过灵石却是不可能交予他手的。闻言叶璇直接伸出三根手指，表示要以三只猪蹄作为交换。面对即将发飙的剑锁，接着又表示不行的话再加两盘香辣大肠。剑锁闻言眼睛都开始冒火，你当我是什么人？不可能，根本不可能，那外加一颗香辣兔头，还铺上满满的香葱。剑锁闻言眼睛都亮了，香葱，我最爱香葱了。不过下一秒剑锁便反应了过来，自己怎么能为了区区美味背叛原则激活禁制，自己是要冲出炼狱塔的男人，外面的深仇大恨还等着自己去报。无奈之下，叶璇只好使出杀手锏，麻辣香锅一份，爆辣香醇超大份，不干拉倒，谁说不干呢？零食拿去，快交出你的美食。叶璇马上守约交出美食，自己则拿着零食走向机关。随着手中零食缓缓的嵌入，整个机关开始转动起来，翻天印也是从叶璇胸口飞出，在吸收了灵气之后又多了四枚金色的鳞片，看样子每恢复一道禁制翻天印便强大一分，自己也有底气应对接下来的恶战。就在此时，天空忽然传来一声怒喝，小贼休要蛊惑人心，满口谎话，你已恢复两重禁制，我一定要杀了你。魅灵眼见公主利刃即将落下，急忙挡在叶璇的身前。叶清浅见状只好停下手中利刃，直呼魅灵是被彻底洗脑了，早知当初还不如一剑杀了叶璇。就在几人争吵之时，小白猛地从叶璇怀中窜出，一边的剑锁淡淡出声，想必你们也感觉到了吧，两名化神巅峰高手已经快到了。叶清浅立马就明白了过来，正是爹爹和英昭前来，不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肉夹心的滋味估计也只有叶璇才能享受了。就在刚刚，叶清浅听闻妖皇和英昭前来，顿时整个人都呆愣在了原地。叶璇立刻就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为何妖皇御驾亲征，公主非但不高兴，反而却是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这里面必有猫腻。不过不管怎样，自己还是先走一步为妙。叶清浅此时手足无措，要是被英昭撞见，自己父皇的苦心可就要付之东流了。见到叶璇正在一边招呼魅灵下跳洞中，叶清浅顿时心中有了主意，于是就在叶璇稳稳地接住魅灵之后，头顶上就忽然出现了一双美腿，不偏不倚，正好砸
在叶璇的头上，不明所以的小叶子伸出小手捏捏，什么东西很香很撇开，随后一声尖叫便刺破了叶璇的耳朵，脸上突如其来就是一个逼斗。岳清浅双手捂胸连连后退，叶璇捂着脸无能怒吼，你打我干嘛，简直就不讲武德。岳清浅破口大骂，本公主冰清玉洁的身子什么时候被人碰过，更别说是你这卑鄙小贼了。叶璇见状只好拍了拍身上的尘土，询问岳清浅为何跟来，傲娇公主直接就是父皇御驾亲征，自己当然是要替父皇看着叶璇。就在几人说话的时候，地道之内忽然就剧烈的抖动了起来，正是地面的妖族大军赶来，望着缓缓运作的机关，地煞妖皇懊恼不已。阴招小人还不忘在一边嘲讽，说他统治无方御下无数。黄彪冷冷的瞥了阴招一眼，自己做事还轮不到你小子来教。随后黄彪看向地下通道，明白叶璇等人定是逃入了洞主，大手一挥便让众小妖哪怕是掘地三尺也要将人找到。不过阴招却是放心不下，这样寻找难免会有疏漏，还不如直接神识扫描一番即可。彪皇无奈只好启用神识搜寻，不料却发现岳清浅竟也在下方。为了不暴露女儿的存在，彪皇只好无奈地表示下方并没有活人。不过敷衍的态度却引起了阴招的怀疑。待大军走远之后，叶璇几人也从地道之内爬出，不过岳清浅却立马翻脸不认人，认为两人之间的账还没算完。叶璇这小暴脾气哪里肯忍，撸起袖子就要干架。然而此时一阵威压猛然袭来，小子，听说你要干我女儿。林令玄一线危在旦夕，难道第二个招招就要出现了吗？就在刚刚，妖皇出现在了叶璇身后，叶璇假意挥手想打个哈哈，实则一个转身拔腿就跑。可是化神强者哪能这么容易糊弄，一只巨大鬼手瞬间袭来，快死到临头了的叶璇还不忘开启嘴炮模式，表示妖皇陛下留自己难道想做上门女婿不成。虽然岳清浅是很漂亮，但是脾气太差，所以还是算了吧。闻言黄彪一阵大怒，直接将鬼手捏爆，巨大的冲击力狠狠地将叶璇砸在地上。看着瘫软在地的叶璇，妖皇恍然大悟，原来这小子肉身强度极高，怪不得之前的妖王都拦不住他。叶璇缓缓起身，妈蛋，自己五根龙骨加一气化三清两大仙元铸成的肉体居然差一点就被秒了，这架还怎么打呀。黄彪缓缓出声，小子，如不是你坏我两次大事，我倒是很欣赏你，不过你小子再对我胃口，也不能让你继续祸乱界狱之塔，受死吧。眼见巨大鬼手再次袭来，叶璇却完全没有办法，自己的肉身绝对抗不下第二次攻击。就在此时一道身影猛然出现，竟是小妹灵帮叶璇挡下了致命一击。看着自己的女奴被魔掌击飞，叶璇呆愣在了原地，随后风一般的朝着妹灵扑去，就连岳清浅也是飞奔而至，妹灵紧紧地握住小姐的双手，公主别难过了，还记得我们之前看日出的那次吗？真希望有来世能做一次无拘无束的自己。随后紧握的小手缓缓落下，黄彪大步上前，小子，这次你又多了个非死不可的理由，媚灵的死也要算在你头上。叶璇起身怒吼，杀他的人不正是你吗？黄彪阴冷笑道，你不杀伯人，伯人却因你而死，归根结底还不是你太弱。叶璇面无表情，身上气势大涨，妖皇又如何，就算舍得这身臭皮囊，我也要将你拉下马。就在两人剑拔弩张之时，天空忽然出现了一道亮光，竟是阴招杀了个回马枪。妖皇好演技啊，竟然亲自带着公主演了一出好戏。黄彪面色不善，阴招你居然敢跟踪我。阴招似乎对自己的表现十分满意，面露微笑表示哪里敢，只不过刚刚神识扫描得到时候发现有点异常，于是自己多了个心眼而已。随后阴招缓缓飞到两人面前，一个弯身便让公主随他前去天罡界。岳清浅躲在黄彪身后瑟瑟发抖，表示自己不想出远门。阴招脸色一冷，手上长鞭竟想越过黄彪而去，却被妖皇直接将鞭子拍飞。阴招破了，如果想动无耳，那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随后双方直接开始了激烈厮杀，看得叶璇目瞪口呆，看样子界狱塔内的妖族并不和睦，内部分化严重啊。不过当务之急还是先拯救魅灵要紧，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再让重要的人离我而去。就在此时神级系统触发，现形势危急，无论标皇还是阴招你都难以匹敌，你已重启两道禁制，为剑仙宗拖延时间立下大功，是否还要继续下去？一见好就收，你将获得传送门传送出塔，仅限你自己，必一杆插到底，继续猛干下去，直面标皇阴招的追杀，还可获得一救命丹药。到这就是系统丹药的威力吗？只是一颗便让魅灵起死回生，不但所有的伤势痊愈，并且就连妖丹的等级也有所提升。就在刚刚，叶璇面对神级选择毫不犹豫地按下了 B， 灵儿直呼叶璇疯了，这可是要直面两位化神老怪啊。虽说如此，灵儿还是拿出了一枚灵丹，并表示此乃妖神丹，只要没死立竿见影。匆匆赶来的剑叟长叹口气，太乙伤及本命妖丹，就算大罗金仙下凡也难救。魅灵强撑着孱弱的身体，公主告辞了，剑叟老爷子也保重。话音未完，魅灵就感觉啥东西进入了口中，不由分说的便吞咽了下去。剑叟和岳清浅纷纷出言谴责，却被叶璇大喝一声制止，并仔细观察起了魅灵的状况。只见魅灵原本虚弱的瞳孔竟恢复了光泽，整个人的身上也被无尽的火焰笼罩。魅灵大声嘶吼，好热呀主人，体内有什么力量正在修复我的伤势。随着一股莫名的力量轰散，魅灵的伤势竟完全的痊愈了，就连妖丹的等级也提升成了仙品妖丹。看着一边的公主和剑叟目瞪口呆，剑叟大喝出声，不可能，他的妖丹等级怎么可能提升。见岳清浅不明所以，剑叟表示妖丹如同人类灵根对应12品，而这丫头原来是7品妖丹。
妖神丹，现在突破到九品，将来成就至少是地仙之上。闻言，几人怪异的眼神都看向了叶璇。剑叟更是一把上前就抓住叶璇衣领。小子，你说你到底为了他什么灵丹？叶璇微微思索了一番，好像叫什么妖神丹。闻言，月清浅和剑叟直接崩溃。要知道，妖神丹乃是妖族最高丹药之一，怎么在叶璇这里就好像烂大街似的？媚灵更是激动的抱住叶璇大腿：“主人之恩，媚灵已经还不清了。”就在此时，天上忽然传来一声怒喝，竟是阴招袭来，而妖皇的速度明显不及对方，远远的落在了后方。只见阴招手上释放出一物莫名的能量，将几人围住，形成了一个正方形的能量体。随后，阴招一个瞬移便进入了其中，随后感到的妖皇看着立方体无可奈何，此乃天罡皇法宝幻化虚拟，难道他特意交给阴招克制我的？
气直面化神老怪，无异于螳臂挡车。不过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挡在了月清浅前方。这丫头，我若不想你带走她，你就休想带走。霸气的话语令得公主一阵面红耳赤，阴招老脸一黑，手中能量汇聚，幻化出一柄蓝色长枪。月清浅大喊当心，对方乃是天生神力，长矛犀利异常，千万当心。话语之间，蓝色长矛笔直飞来，犹如流星般措不及防。不过叶璇早有准备，竟摆出了某花道的经典姿势，以胸口应接了这次攻击。随着一声灵光，竟反冲喊出，蔚蓝长枪竟以更迅猛的姿势反射了回去。阴招还没反应过来，便已中枪。不过付出的代价却是灵光石完全的粉碎。看来化神一击威力真不是盖的。阴招怒气勃发，自己竟然栽倒在了炼气小子的手上。要是传出去的话，英明尽毁。拔出长矛便欲上前，此次必要将这人族小子粉身碎骨。叶璇坦然笑道：“老子能打你一次，就能揍你第二次。”翻天印，气！阴招眼见头顶巨印袭来，赶忙用手撑住。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区区炼气七人族竟有如此多宝物？而叶璇面对阴招的反抗，身上的灵气正以恐怖的速度流逝。月清浅也明白此乃生死存亡之际，直接挥动月华轮冲上，在阴招的身上留下无数的伤口，但却根本无法伤及根本。阴招怒目圆瞪：“两个无耻小儿，等下必将你们碎尸万段！”而渐渐的，叶璇快要支撑不住了，丹田内的灵气已即将枯萎。不过外面的妖皇却是毫无反应，看样子还没那么快突破至宝。而随着最后的灵力流逝，叶璇还是缓缓的倒了下去。阴招趁势就将翻天印顶飞，手握长矛突飞猛进，瘫软在地的叶璇出现了走马灯式的画面，姐姐们的笑容和声音仿佛就在眼前：“我不想死啊！”论做人做妖，出来混讲究的是个义气。既然你救过我的命，那么在你生死存亡之际，我必护得你周全。就在叶璇和阴招展开生死搏杀之际，外面的妖皇也在竭尽全力打破屏障。不过一拳拳下去却无丝毫反应。想起亡妻的嘱托，妖皇不禁有点心灰意冷。就连一边的剑叟也直言，过去那么久，月清浅肯定早已被带走。只有魅灵缓缓上前靠近屏障，惊奇的发现里面居然有打斗之声，而且好像正是公主月华轮独有的声音。剑叟大呼：“不可能！月儿的本事自己清楚，如果对付一般的金丹是没问题，但面对阴招这种化神级别的，根本坚持不到现在。”不过妖皇为了女儿却是不管不顾，直接燃烧本命精血，并在关键时刻一拳将屏障呼了个稀烂。而眼前的景象也让三人大吃一惊，化神阴招竟被叶璇死死的压制无法动弹。见到妖皇前来，叶璇收起翻天大印，虽然自己晋级筑基，但压制化神所费灵力还是太过巨大。阴招起身面无表情：“小子，今日之耻，我必将你碎尸万段。”为了不让妖皇阻止自己，阴招随即表示今日不会带走月儿，但这小子自己要带走千刀万剐。闻言妖皇一阵两难，江湖义气和妖族大业到底如何选择？眼见妖皇不露声色，阴招缓缓便向叶璇走去。不过月清浅和魅灵却是拦在了叶璇身前：“妖族之人虽以实力为尊，但无信不立，岂可出卖救命恩人？”妖皇闻言却还是黑着一张老脸，却无任何的表示。不过就在此时，叶璇的脑海中忽然传来了七姐的传音，随即面对阴招便缓缓的站起：“你们让开，这阴招伤不到我一根毫毛。”阴招不怒反笑，手持长矛刺向叶璇：“小子，你的灵气耗得差不多了吧，还敢嘴硬？”叶璇面对长矛毫无惧色：“阴招，你乃是第81层守将吧？如果你镇守的机关失守，你猜天罡妖皇会如何处置你？”闻言阴招一阵狂笑：“天罡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你这小贼敢以此威胁本王，真是贻笑大方。”但是随着叶璇一个响指的打响，整个界域塔开始了剧烈的震动，妖皇的脸色一变再变，果然是天罡81层恢复了。所谓狡兔死进梁狗烹，飞鸟射进梁弓藏。身为地煞妖皇的黄彪还是清楚这点道理的，所以在第81层禁制被莫名打破之后，阴招恼羞成怒，便要斩了叶璇。不过这次的攻击却被彪皇挡了下来，还用此乃地煞界的缘由开始敷衍阴招。阴招明白此时已经威风扫地，而彪皇又与自己有仇，直接起身便向天罡界飞去。临走之时还不忘威胁一番，叶璇几人也毫不畏惧，月清浅更是做出国际友好手势。紧接着彪皇满脸杀气看向叶璇，表示小叶子屠杀自己大将，又破坏地煞界禁制，自己要将他千刀万剐。
谁料叶璇反手便将了他一军，声称他这妖皇实在憋屈，就连自己的女儿也保护不好，要不是自己挺身而出，估计月清浅早就被抓走好几次了。活得这么憋屈，别叫妖皇，改名叫缩头乌龟算了。闻言，月清浅和魅灵都捏了把汗，敢这么和自己爹爹说话，叶璇这小子大概是活腻了吧。不过接下来叶璇话锋顺便，居然开始让妖皇放他一马，万一有啥事情，自己还可以对月清浅照顾一番。妖皇老脸一黑，可如今我已大动干戈，岂能轻易放过你？叶璇这小机灵一听便懂，这意思不就是我怎么找借口放你走吗？看来妖皇是个识趣之人，那么自己便给他来一个借口吧。随即叶璇再次打响响指，一阵地动山摇之感立刻传来，竟是45层的机关也被恢复，那是八姐在45层早有准备，就等叶璇的一个信号了。叶璇微微笑道，怎么样妖皇，只要我们这些人族还在活蹦乱跳，你就一天还有用，你的兄长就不会轻易和你翻脸。妖皇完全没想到自己的心思竟被人族小子看得明明白白，只好长叹口气表示自己这就去追杀45层敌人。月清浅还想一同前去，却被妖皇严厉的喝止，让他和叶璇在一起，没有自己的传音，千万不可离开叶璇身边。望着远去的妖皇，叶璇的心里一阵嘀咕，这言语之间怎么流露出了一副托孤的味道？难道连妖皇自身的修为都无法确保能全身而退吗？而在天罡大殿之内已经尸横遍野了，死的都是看守81层的几大妖王，唯有英昭跪倒在地瑟瑟发抖。此时的天罡妖皇面色无比的疯狂，妖皇啊妖皇，你居然连我也信不过了呀。想到戒狱塔内竟藏着一只凤凰，仅仅一击便差点让叶璇身死道消。就在叶璇恢复27层机关之时，竟又有两道灵气直冲翻天印而来。看这飞来的方向，应该分别对应八姐的54层和七姐的90层，而翻天印则再次迎来进化，威力势不可挡。只有月清浅在一边闷闷不乐，这小贼如此之快的推进速度，难道妖族形势真如父皇猜测的那样糟糕？片刻之后，叶璇等人便顺着密道来到了36层。谁料正在大睡的小白忽然窜上肩头，用鼻子不停地嗅着空气中的味道。随着心意传达，叶璇立刻明白大树之上有着重宝，其珍贵程度怕不在祖龙皇谷之下。叶璇立刻带着小白就开始攀登巨树，小白还想说些什么，却被叶璇直接打断，表示现在宝贝才是最重要的。不过爬到一半，叶璇却发现不对，为何后面几人完全没有跟上？回头之际才发现小白和魅灵竟一脸惊恐地看着自己。叶璇立刻感觉不妙，回头之际竟发现大树之上不知何时竟出现了一只凤凰，只是在翅膀一伸一合之间，一股灼热的气浪便席卷而来，险些将自己给烤成了肉炭。见状，小叶子赶紧跳下大树，匆忙带着魅灵等人跑路，口中还嚷嚷着，咋没人跟我说有只凤凰啊。魅灵和小白一阵无语，不是你自己说的办完事再说吗？眼见冒犯自己地盘的小贼想要溜走，凤凰一抖身体，无数的羽毛便如利剑般飞出。叶璇张头回望，发觉不对，这凤凰气息不低于元婴，小白和魅灵恐怕难以承受羽箭，没办法，只能自己当着硬扛。不过凤凰的攻击也不是看看的，一击便让叶璇身受重伤，幸好前方不远处有座山洞，魅灵赶紧搀扶着叶璇进入其中，并喂下了无数的灵丹妙药。趁着主人调息之际，魅灵在洞口不停地观察凤凰的去向，不过此时小白却又出现在了叶璇的肩头。随后的信息显示，外面的凤凰乃是幼鸟形态，名为青鸾，又称九天玄鸟，偶被剑仙老祖抓来囚禁于此，不过却因老祖飞升遗忘在此，并且服用凤之血髓的话，可大幅增强肉身强度，沐浴凤之鲜血可淬炼仙身，铸就无上大道。而且就在此时，神级选择再次出现，不过这次却完全没有惩罚，相反，斩杀青鸾确实好处极大。叶璇兴奋地握紧了拳头，不就是一只大鸟吗？看我将它放血吃肉。仙宗老祖在线戒狱塔内，看得小青鸾一愣一愣的，直接掏出所有家当便要和老祖离去。原来就在叶璇接受了神级选择之后，忽然想起青鸾乃是老祖抓进来的，那么如果自己假扮老祖会怎样呢？于是就在仙气飘飘之间，一名白发苍苍的老头和侍女出现在了青鸾眼前。不过青鸾似乎还有些疑惑，看样子容貌啥的对不上啊。魅灵随即发动了天赋魅术，叶璇则是趁机上前假扮老祖，只可怜了小白为了仙气效果不停的扇风。此时的青鸾眼中仿佛又出现了当年的景象，自己都不敌那个老头一剑之威。叶璇紧接着表示自己乃是化身，本想着千年之久他已修身养性，能接出塔外共享极乐仙界，谁料他的暴躁性子非但没有改变，反而还变本加厉了。闻言，青鸾眼中滴下了一地悔恨的泪水，整个庞大的身躯匍匐在了叶璇面前。叶璇则是趁热打铁，表示自己能再给一次机会，而且自己知道青鸾刚刚产卵，要他带上一同飞去塔外。心中无疑的青鸾立刻飞向自己的巢穴取蛋。此情此景看得月清浅一愣一愣，确定这是神兽，居然就这么轻易的相信了。剑叟双手一合，你是不知，这青鸾当年被我师哥活生生打服，如今叶璇利用魅术化身我师哥的样子，骗那傻鸟还不是一片一个准？看那开心的样子，被人卖了还要替人数钱呢。就当青鸾将鸟蛋交入叶璇手中的那一刻，魅灵忽然在背后出声：“主人，我的魅术快要失效了。”而下一秒，叶璇便恢复了自己的真身，看着眼前拿着自己蛋的小子。青鸾立刻就明白了是咋回事，瞬间身上的气势便开始了飙升。叶璇等人慌忙就开始了跑路，不过青鸾却在后面不依不饶，释放出碧蓝色的火焰紧随其后。幸好在一处一线天的山崖之中，众人利用地理优势将青鸾死死地卡住。随后叶璇便
便释放出翻天大印欲将其镇压。不过此时暴怒的青鸾却在底下不停的挣扎，眼见就要脱困而出，天空却又飞来了两道金光，再次将翻天印给加强了一番，这才勉强将大鸟压在底下。而叶璇随即明白，这是七姐八姐又解开了两道禁制。随后叶璇拔出焚天，狠狠一剑便将青鸾劈成了两半，并趁着凤血凋零之际喂下了妖丹。至此叶璇龙凤仙元圣体大成，元婴之下再无敌手。玄沐浴凤血圣体大成，至此元婴之下再无敌手。正当他向两位姐姐报喜之时，七姐忽然就沉默不语。随后叶璇得知乃是天罡妖皇亲至，七姐下落生死不明。担忧之际，叶璇箭步冲出，一路之上的妖族死伤无数，不过最终还是被拦在了地煞71层门口。幸得月清浅及时赶到，在其命令之下，众妖才让出了一条道路。此时八姐传音而来，表示自己即将恢复72层机关，随后便会赶去天罡界最后一层。而叶璇的任务则是马上返回到第一层，在全部机关开启之后，便回去剑仙宗内。叶璇哪里肯听，嚷着让八姐别单独行动，自己要和她一起前去。不过八姐的通讯随之中断，一个人义无反顾地冲向了机关所在之地。叶璇也明白八姐的用心，此乃是用自己的性命作为诱饵，来换取叶璇一丝逃命的机会。只要恢复了72层机关，那么天罡妖皇必然本体亲至，到时候姐姐们必死无疑。不过不管如何，自己还是要和姐姐们会合，哪怕是死，也要将姐姐们解救回来。此时月清浅一把就将叶璇拉住，表示叶璇既然下定决心，那么自己就先带他去地煞妖府，说不定姐姐们还在那里。随后众人顺着密道来到了机关所在之处，虽然没有看到任何人影，不过眼尖的叶璇还是发现地上掉落了一个发钗，正是八姐最喜欢的发钗，上面还沾满了鲜红的血液。叶璇拾起发钗怒喝欲找寻妖皇，却被剑叟死死的用手捂住，表示正殿前方此刻有人前来。月清浅连忙招呼众人进入密道之内，从缝隙之间向外观看，而进来之人正是天罡妖皇，手上麻绳拎着的赫然就是七姐和八姐。爱到底有多么的伟大，妖皇即使身受重伤性命不保，也不肯放手一搏，生怕自己与彪炳的打斗毁坏了密道，从而暴露出女儿的存在。就在刚刚月清浅带着众人躲入密道之后，彪炳的身影便出现在了大殿之上，而手中拖着的依然是叶璇的两位姐姐，紧随其后而来的便是地煞妖皇，一进门便跪倒在地，述说自己管教无方，还请大哥放过月儿。彪炳假意兄弟情深，这都不算事，随后就化纸为剑，直接将彪皇给捅了个透心凉。彪炳口吐鲜血，不可思议的看向眼前大哥，月清浅都想冲出密道拼命，还好被魅灵和剑叟死命拉出。此时的彪炳阴险笑道，傻子，谁是你大哥？彪皇眼见彪炳谋生双瞳，大声怒喝道，你底是谁？只有剑叟仿佛想起了什么一般，一脸不可置信的看向外面的彪炳，口中喃喃自语的说道，这不可能，这一切也都被叶璇看在了眼中。此时彪皇强撑起重伤之躯站起，你到底乃是何人？为何夺食我大哥之躯？为何要利用我妖族？彪皇哈哈笑道，利用你妖族，老夫要的是这99重天，你妖族只是老夫的垫脚石而已。话音未落，彪炳手持长剑便直扑彪皇而去。彪皇手持本命法宝幻化巨盾，不过却连一击都挡不下来，刹那间便被彪炳打得盾碎人飞。看着父亲完全不敌对手，月清浅的泪水止不住的流出。就在彪皇倒地的瞬间，竟意外的发现女儿就在对面雕像之中。见状，老父亲升起了一股悲壮之意，眼含泪水的比了个藏好的口型，自己不能再留在此处。万一彪炳打坏雕像，发现月儿，那女儿便会有生命危险。想到这里，彪皇爆发出最后的余热，不管你是谁，有本事，外面广场一战。艾枭雄就此陨落，附身彪炳到底何人？月清浅能否得报大仇？叶璇又能不能救出自己的姐姐呢？就在刚刚彪皇发现自己女儿之后，便拖着重伤之躯往外跑去，欲将彪炳引开保全众人。而此时神级选择也出现在了叶璇面前，继续躲着获得缩头乌龟称号，救出姐姐们则奖励1000点贡献。于是叶璇心中忽然就冒出了个大胆的计划，不过却需要月清浅和魅灵配合自己。见所闻言怒喝叶璇不知好歹，附身彪炳之人大有来头，一个手指头就能捏死众人。叶璇呵呵一笑，不就是你的师兄，我剑仙宗的剑仙老祖吗？不知咋搞的就附体在了彪炳身上。此时轮到剑叟大吃一惊，这小子为何啥都知道？叶璇接着说道，剑仙老祖天生重瞳，剑仙宗内摆着画像，这么明显的特点他都记不住的话，那就是傻子了。不过自己乃是半路出家，对什么老祖根本没半点尊敬，更何况他现在还是杀人魔王，而且关于他为何要创立剑仙宗，如今又要亲手毁灭啥的，自己毫无兴趣，心中只是想着怎么将七姐和八姐带出戒狱塔。随后叶璇便从灵儿这里射欠了3颗九天幻狐丹，将倒在地上的七姐和八姐救回，并让魅灵和月清浅服下丹丸幻化成两位姐姐的模样，自己则和剑叟躲回了密道之中。片刻之后，彪炳返回，手上拎着的正是彪皇的头颅。看来一代枭雄最后也难逃一死。幻化成八姐的月清浅默默流泪，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自己定要杀了此人，为爹爹报仇。彪炳环视周围之后，发现并无异样，剑仙宗主力被擒，只剩个小贼不足为患。就在此时，彪炳的头颅一阵晃动，彪炳元神挣扎现身，看着自己胞弟的头颅，天罡妖皇悲愤交加，你到底是谁？想要干什么呀？彪炳哈哈大笑，我当然是要找回我真正的身体。随着两个元神的
对峙，众人终于明白了事情的经过。原来附身元神竟是剑仙老祖的元神，当年飞升在极，剑仙老祖元神一分为二，即善恶两面。老祖用大神通将恶元神从魂魄中分离出来，随后便建造了戒狱塔将其封印，而其中的妖族不过是他顺手而为。恶元神不甘被永封塔底，于是在某日用秘法将一缕元神送出塔外，结交了血魔老祖，攻打仙剑宗门，随后更是在塔下祭炼血魔大阵，促使妖族狂放好战。而彪炳也没控制住自己的欲望，被恶元神乘虚而入，将来等自己找到月清寝之后，将他夺舍成为新容器，那么自己的实力至少能够恢复九成。此时彪炳元神还想反抗，却又被剑仙老祖给镇压了回去。随后剑仙老祖便用神识准备搜寻月清浅的下落，却意外发现就在宫殿之内。随着老祖的慢慢逼近，月清浅的身影也是雕像之后现出，上来便是一顿亲切的问候，那表里表气的样子，就连老祖也大呼吃不消。躺在地上的月清浅人都要气炸了，叶璇，老娘跟你没完。清浅并对两位姐姐施以酷刑，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原来就在刚刚，剑仙老祖将易容了的叶璇三人带回了天罡府内，本欲让叶璇先去休息，自己可以好好审问。谁料叶璇反手便是一个绿茶入怀，扬言自己想帮助老祖审问两人，以尽绵薄之力。受不了茶气的老祖又不好发作，只好甩下两人郁闷而去。叶璇见状，急忙返回屋内，将媚灵和月清浅的捆绑解开，随后在月清浅的口中得知，启动最后一道机关的灵石共有四块，分别在三大将妖将和剑仙老祖手中。不过剑仙老祖明显不信任自己，竟将阴招派遣在门口守卫，以防自己逃走。幸好月清浅幼年经常在此玩耍，密道啥的都一清二楚。不过阴招守在门口却是个大问题，还好叶璇身上有幻化符文，于是就在阴招打开门偷看之时，眼前的一幕震碎了他的三观。符文幻化的月清浅正狠狠地抽打两位仙子，嘴上还大喝着让你们不服。眼见此景，阴招满意的关上房门，看来公主这次是开窍了呀，并没有打算逃走。殊不知叶璇三人早就通过密道逃出，兵分三路去寻找妖将。一片小树林中，一只虎妖正拿着哑铃锻炼身体，而此妖正是拥有灵石的妖将之一，名为飞蛮，不过其最大的弱点便是好色。于是叶璇便展露姣好的身姿，假意自己最近无聊，于是便来天罡府玩耍。夜色之下竟见得飞蛮将军如此威猛，而自己又是特别喜欢肌肉男类型，飞蛮哪里是叶璇对手。一阵撩拨之下，估计都忘了自己姓啥。叶璇趁热打铁，说自己以前第一次见到飞蛮就觉得好像是我爸女婿呢。此言一出，飞蛮激动万分，立刻便想带着叶璇回自己洞府，还表示洞府隐蔽得很，没啥人会知晓。叶璇娇羞笑道，听说你的妖丹很特别，很受妖女们欢迎，自己想看看有何不同。飞蛮闻言一阵迟疑之色，叶璇立刻飞身站起，算了，你对我不是真心的，小小妖丹也不肯给我看下。眼见自己心上人便要离去，飞蛮急忙出声阻止，并将妖丹从身体内逼出，这就是你的妖丹吗？黑陆华社会复杂，炼狱塔里的妖怪都是那么单纯，哪里会是叶璇老阴逼的对手。飞蛮将军只是感受了几分茶气，便乖乖地交出妖丹给于叶璇观看。老叶不讲武德，直接抽出焚天便对着飞蛮砍去。小白更是趁其不备叼走妖丹饱餐了一顿。丢失了本命妖丹的飞蛮哪里还是叶璇对手，三两招之间便被叶璇取了向上人头。刚收拾完妖将的尸体，月清浅也手握灵石匆匆赶来，看样子他也得手成功了。见到叶璇手握灵石，月清浅发出了感叹，自己有一半魅灵根，能魅惑别人获取灵石，不过叶璇是怎么如此之快办到。叶璇不由打了个哈哈，那个其实跟你差不多吧。随后由于幻术法阵时限即将到期，叶璇便将灵石交予月清浅，自己则匆忙的赶回。刚进房中便发现全部符文都已失效，还好未被屋外的阴招发现。就在叶璇想重新布置符文之时，外面竟然传来了剑仙老祖与阴招的对话，无奈之下叶璇只好召出小白帮忙。而就在剑仙老祖进入房屋之后，竟发现只有叶璇一人被捆绑在屋中，其余两名女子却早已消失不见。叶璇一见老祖进屋，直接哭诉自己被人偷袭，而屋外的阴招却毫无反应。闻言剑仙老祖怒而转头，阴招你就是个废物，月儿被袭击你居然不知道。阴招连忙跪倒在地，表示自己看了好几次，月公主都是好好的在屋子里面。叶璇连忙诉说两女子里面有人精通幻术，阴招在外面看到的都是幻象而已。剑仙老祖转头看向阴招，蠢货，中了人家幻术还不自知，要你何用。阴招听见此话心中一凉，这个老怪明显起了杀心，既然如此，自己还不如先跑为妙。就在众目睽睽之下，阴招直接起飞，欲仗着自己迅捷的速度逃走。剑仙老祖阴冷一笑，手中的内力凝聚成紫色的漩涡，只是一个眨眼的功夫便将叛徒给一分为二。随后老祖一把拉起叶璇的手，月儿你受委屈了，现在跟大伯去一个地方吧。叶璇还想找个借口开溜，结果被剑仙老祖强硬的驳回。随后二人来到天罡府大殿之上，一道充满血色气息的大门升起，剑仙老祖笑眯眯对叶璇表示自己有好东西给他，并且吩咐三名妖将将入口守住。叶璇心里一万个草泥马路过，难道老祖是要夺舍月清浅了？这事闹大了，仙老祖欲夺舍清浅肉体，易容而来的叶璇究竟该如何是好？就在刚刚，月清浅和媚灵去寻找第三块灵石，不料却直接被守门妖将发现。为了防止妖将发动警示，两人决定先下手为强。面对攻势，鱼妖扑哧一笑，两个金丹小鬼还不够我的小弟打的呢。刹那间，铺天盖地的小鱼人蜂拥而至，不得已月清浅只好祭出本命飞轮，整个人瞬间便进入了月华之境。随着背后光轮的显现，众小妖纷纷倒地不起，鱼妖大吃一惊，这明明就是公主的月化轮和道境，完了，妖皇那里的月清浅乃是假货，自己
己必须马上报告妖皇大人。月清浅心中一惊，怎么就没杀死这鱼妖？这下可难办了，他定然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趁着月清浅还在思索之际，鱼妖猛地往前一扑，欲将月清浅抓回妖皇府内。关键时刻，一柄大剑从天而降，直冰冰的将鱼妖钉在了地上。而来人正是苏醒之后的七姐八姐。月清浅和魅灵也解除了变身状态，拿到灵石之后，众人也纷纷向天罡府内走出，只留下剑叟一人畏畏缩缩大喊，让他们别去送死。天罡府内，叶璇随着妖皇来到了血色法阵，他忽然就明白了戒玉塔众妖狂暴的原因。此时妖皇忽然出声，月儿，你想不想要伯父这惊天修为？闻言叶璇一阵诧异，按照剑仙老祖的个性，早就该霸王硬上弓了，可他如今好言相劝，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果不其然，剑仙老祖继续说道，夺舍之人必须心甘情愿的献出身体，否则的话两人都有生命危险。随后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表示妖族示威，自己又已经年老体衰，实在是不甘心啊。随后还许诺叶璇种种好处，出去之后定会替他寻觅一具合适的身躯。话虽如此，但是老怪的手却死死地按在叶璇头上，估计一不称心就会按下。叶璇无奈之下只好答应了下来，却借口男女授受不亲将其支走。不过此也不是长远之计，待下次前来就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与此同时，一只老鼠从叶璇身边溜过，忽然之间就感觉到了一阵莫名的寒意。人类，你想干什么？天罡府前大战一触即发，收到了死守命令的妖将纷纷出马，七姐一马当先冲在前方，利刃之下无一合之将。八姐手持花伞笑意盈盈，看似人畜无害，但是伞下散落的花瓣却在妖群之中纷纷爆炸，一时间众妖死伤无数。然而剑仙老祖却完全无心理会，毕竟几个跳梁小丑无伤大雅。随后老祖缓缓走向叶璇，谨慎的他还不忘用神识扫描了一番，在确定是月清浅之后，便开始宽衣解带，嘴上还不忘念叨说妖族定不会忘记清浅的牺牲。之后整个血色法阵开始沸腾起来，无数的血气朝二人蜂拥而至。与此同时，万剑宗的弟弟血魔老祖看着沸腾的血池激动不已，这表示剑仙老祖已经成功的找到了夺舍之体。他立刻传音让所有势力立刻行动，围剿剑仙宗，擒拿南空照。于是一刻钟后，林万里率人来到剑仙宗内，与大姐等人隔岸对峙。宇文吉阴险出声，认为戒玉塔之变都是南空照无能所致，如果自己执掌宗门定会妥善处置。黄月荣愤然不已，好你个宇文小人，身为剑仙宗资格最老的长老，却对戒玉塔之内的事情只字不提，分明就是有意为之。林万里更是趁火打劫，表示还是老规矩，只要南空照成为自己的伴侣，那么一切事情都可既往不咎。闻言众位姐姐都大骂林万里毫不要脸，多大的蛤蟆还想吃天鹅。面无表情的大姐更是直接拔剑，一招力劈华山便向林万里等人斩去。眼见事情无法善了，林万里抽出手中长剑，假仁假意的表示今日要替天行道，灭了剑仙宗门。剑仙宗弟子面对强权奋起反抗，生死之战就在今日。而正在天罡府外厮杀的众人忽然便被一道冲天的血光吸引，只见一人缓缓的立于空中，身下妖族纷纷跪倒，两眼重瞳的月清浅疯狂大笑，这具身体老夫满意极了。仙老祖成功夺舍叶璇身体，一上来便要对姐姐们痛下杀手。而正当大家严阵以待之时，老祖手心汇聚的内力却犹如个屁般消散的无影无踪，看得紧张的众人头上直冒黑线。八姐当即表示难道是叶璇的身体太菜，发挥不了化神的实力。而剑仙老祖也是惊讶的看着自己的双手，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不死心的他使出吃奶的力气，想将内力汇聚于双掌之上，结果却完全无济于事。月清浅手持飞轮面对老祖，化神的本领使不出来了吗？那么你就为我爹爹偿命去吧。剑仙老祖吃惊不已，为何会还有个月清浅？那我夺舍的究竟是谁？不等老祖想得明白，月清浅的月华轮已经恶狠狠地砸了过来，灵力全失的老祖只好狼狈逃窜，边逃还边让周围的妖将赶快护驾。然而此时老祖前方竟出现了一双玉足，叶璇清脆的声音响起，护什么驾呀，你又不是真正的妖皇。老祖此时想死的心都有了，怎么又是一个月清浅，还到底让不让人活了？叶璇拿出幻狐丹解除了伪装，渐渐地表示老祖夺舍的并不是月的身体，而是自己随手从地上抓的一只小动物。剑仙老祖立刻明白了事情的缘由，动物的体内并无灵根，那么自己的修为自然是施展不开，不过事已至此，只能另辟捷径。于是他召集众妖给予重赏，无论将谁击杀都能直接成为贴身护卫，享受各种荣华富贵。众妖还在犹豫之间，天空忽然降下一只巨爪，将剑仙老祖狠狠地砸入地底。天罡妖皇装逼的吹了口气，老匹夫，戒玉塔内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做主？众妖见状大喜，是天罡妖皇回来了。月清浅更是激动地扑进了大伯怀中，随后更是询问起剑仙老祖的踪迹。随着妖皇的目光所至，众人发现原本老祖所在的地方居然出现了一只硕大的老鼠。剑叟渐渐地捂嘴嘲笑，这是被打回原形了呀。堂堂剑仙宗老祖竟被叶璇设计变为老鼠，差一点就沦为了小白的腹中之物。叶璇随即便向所有人解释，自己在夺舍之际忽然看见地上有只小老鼠路过，自己便以脱衣为名把老祖骗出，随后再给小老鼠喂下九天幻狐丹，自己则再吞下一颗即可偷梁换主。而后面的事情你们都应该知道了，剑仙老祖成功的夺舍了老鼠的躯体，而我也趁机将天罡妖皇给解救了出来。不过这也要感谢姐姐们的功劳，如果没有威胁，我还未必能骗得过他。七姐一把就推开叶璇，给我少搂搂抱抱的，不是很说好吧？此时天罡妖皇缓
缓步上前，表示自己已知晓事情的来龙去脉，妖族欠了叶璇一个天大的人情，只不过这些剑仙残害我族人无数，并残害了自己的弟弟，能不能将他交给我妖族处置？叶璇思考了下，摇了摇头，这剑仙老祖乃是心魔，并无本体，而且极难消灭，当下最好的办法便是让自己的守护兽暂时看管，等自己出了戒狱塔再和自己大姐商量。闻言妖皇长叹口气，如此也好。随后七姐看向妖皇，并讨要最后一块灵石，妖族众将纷纷出言反对，这小子虽然对我妖族有功，但此乃千年以来唯一一次自由的机会，难道真的要放弃吗？妖皇老脸一黑，闭嘴，我们早晚会有重见天日的时候，如果在那之前失了妖族的性命，那才是最大的损失。随后天罡妖皇便从怀中掏出了灵石交与七姐，而随着灵石的嵌入，整个机关发出了耀眼的光芒，几道光柱直冲云霄，众妖落寞地看着远方，不知道以后还要困在这里多久。就在此时，大地忽然传来一阵震动之音，叶璇的翻天印忽然就从怀中冲出，发出了一声清脆的龙吟之声。叶璇连忙询问灵儿怎么回事，给出的答案居然是叶璇又撞大运了，戒玉塔乃是同根同源的不周山碎片，那就意味着自己可以将戒玉塔收入翻天印中。叶璇嘿嘿一笑，我有办法了，能将你们都带出塔外。剑仙宗生死大战如火如荼，戒玉塔内叶璇却依靠翻天印和妖族达成了同盟。正在塔外厮杀的双方忽然就感觉到一阵地动山摇，原本摇摇欲坠的戒玉塔竟在此刻不停的缩小，这动静引得众人纷纷回头相望。宇文老贼慌忙跑向林万里，表示戒玉塔崩溃在即，让其先行带队撤离为妙，毕竟剑仙宗掌门之位虽然诱人，但也要有命去做才行啊。南空照听闻怒目圆瞪，怎么，你们不是自称正义之士吗？要降魔卫道吗？事到临头怎么反而怕了？林万里此时进退两难，自己若是退了显得太功利了，可自己若是不退呢，岂不是很吃亏吗？正在他还在犹豫之际，战场上忽然就出现了一群不速之客，散发出来的气势毁天灭地。宇文吉惊慌大喊，不好啦，戒玉塔没了，妖魔鬼怪跑出来了。南空照闻言如遭雷击，看样子叶璇和两位妹妹凶多吉少，他将手中清风树立胸前，口中大喝剑仙宗弟子结阵，今日只有血战，不能放过任何一只妖魔鬼怪。不过令众人没有想到的是，群妖却是纷纷扑向了万剑盟的弟子，一时间场上万剑盟弟子纷纷毙命。随后三只元婴大妖登场，一出现便直接越过南空照而去，对上的正是万剑盟等一众高手。众姐妹纷纷感到疑惑，这妖物为何纷纷避开自家弟子，难道是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此时的林万里知道今天讨不到好处，不过在此之前还是想暗算南空照一把，趁其注意力全在妖族方向之时，林万里直接发动剑阵于背后伤人，等南空照回头之时已然无法躲闪，不过下一秒飞剑便转了个弯向一边飞去，随后服服帖帖的竖立在妖皇手中。妖皇轻轻一捏便将三柄飞剑粉碎，嘴上还嘟囔着什么垃圾玩意。众老怪感受着妖皇的气息压抑无比，这难道就是化神境界？林万里还在远远地看着妖皇，心里打算怎如何脱身是好，下一秒妖皇就出现在他的眼前。那个老色批，说的就是你吧。玄终于再次回到了剑仙宗内，大姐上前便是一个爱的抱抱，而在另外一边的林万里却是格外懵逼，为何我老色批的名号会从妖族嘴中冒出？还未等他有所解释，整个人便结结实实的挨了一巴掌，瞬间便犹如流星一般划过了天空，只留下了两条小腿露在山体之外。宇文吉暗自揣测，妖族被关押千年，明明应该对剑仙宗恨之入骨才对，为何现在会对剑仙宗有偏颇之事呢？此时林万里好不容易从山上翻身跃下，大手一指就骂叶璇自甘堕落，居然勾结妖族，难道就不羞愧吗？叶璇哪里肯惯着林万里，直接反对林万里才是这世上最不要脸之人，身为五绝盟主不想着做点什么，成天只想着如何吞并五派，真有本事的话你倒是来动我试试看呀。林万里闻言哪里还忍得住，挥动大手便让三派弟子全部压上。叶璇笑嘻嘻的看向妖皇，表示出返人间，这群无耻之徒就送给其做立威了。妖皇嘴角勾起一丝笑意，如此甚好。随后在妖皇的指挥之下，妖族大军纷纷上前厮杀，众派弟子哪里是妖族对手，片刻之间便溃败的一败涂地。林万里等高手还想上前营救，却被妖族元婴团团围住，妖皇更是携着风雷一拳袭来，不过林万里却是堪堪闪过，只是连累后方弟子又倒下一片。叶璇趁机从怀中祭出翻天大印，整个大印随风而长，犹如巨山一般立于众人头顶。林万里赶紧让众人赶快撤离，不过还是慢了一步，众多弟子都被压于了大印之下。剑仙宗众姐们纷纷出手，势必今日就要分出个胜负。不过林万里老奸巨猾，见形势不妙就赶忙准备跑路，最后嘴上还不忘记放句狠话，你们等着，我还会回来的。古人妖难两立，更何况还是剑仙宗老祖亲自羁押的妖族，也不知道叶璇夹在中间如何是好。就在林万里放下狠话准备逃离之时，叶璇的翻天大印再次狠狠砸下，分分钟又收割了一大波贡献。林万里的心都在滴血，这可都是自己的心腹精锐啊，由不得他多想。叶璇的下一次攻击已然袭来，仓皇的他只能带着手下各种逃窜。大姐看准时机便是一招火凤燎原，林万里眼见难以抵挡，直接便将宇文吉丢了出去。可怜的宇文老贼还未享受所谓的荣华富贵，便直接做了林万里的替死盾牌。大姐怒骂一声可恶，
还是给林万里这老狗给跑了。不过眼下这不是还有个叛徒吗？三妹，背叛宗门当如何处置？三姐的嘴都快合不拢了。当五马分尸，宇文吉吓得一咕噜就爬了起来。等一下掌门，我是被奸人所骗，真的是无辜的呀。话音未落，一道灵力的剑锋已然闪过，大姐甩干剑上的鲜血从此以后剑仙宗再无外门。肋趴在地的叶璇询问灵儿，自己的贡献值是不是爆满了？哪知灵儿却告知他贡献为零，毕竟提前氪金变强，收点九出十三归不过分吧。叶璇老脸立刻垮了下来，跟女人讲道理，果然是剑很愚蠢的事情。此时叶璇的耳朵一把被人揪住，绝色大姐难空照映入眼帘，快说，那奇怪的青铜印怎么回事？还有界域塔又为何不见？叶璇不知此事该如何回答，只好找个借口收来话长